关，咱必须要有作为。到目前，那以台南地区来讲，我认为啦吼，咱的作为真正是无够。下一页，基隆市啊，规个拢总是咧骂啦，骂民意代表，尤其恁环保局，尤其恁环保局。啊，因为你打来，我今日我卖用跟你骂，我用跟你讨论。下一页，我跟你讨论住了，我看这张吼，我感觉超奇怪，这岛南有无吼？拢总定情的119件啦，异味污染有111件啦，哦。不含异味，我们现在不讲，因为不含异味的，它确实有时候你说像重金属啊什么什么，有时候被选要给恁喜欢的被选嘛，不一定会有地选。我本来讲我在批掉是啥物，对不对？嗯、但是呢，像戴奥新砖臭味的，这是真正拢骗的到的啊！111件内底，恁拢总去找到的4件。啊，大家对那对做餐人恁较高了啦，露天燃烧的有可能烧稻草的，哦啊是遐烧竹啊啦，烧垃圾的，当然啦烧垃圾的，烧竹啊，咱讲下你嘛爱较积极落去抓，但是总啊强啊4件，啊足奇怪的讲，为什么伫109年2月24、2月25，那么过来就4月16、4月20，等于就是议员有甲恁反映。恁的稽查对照切割去的处理，这是唔对的行为啊！我唔就规工讲阿妈啦，我话无麻烦者，话恁是唔是环保局迄个定情中心我来遐接，我接了甲恁要求，安尼恁才有作为。那依这个数据安尼来看啊，局长你敢？我讲话你安尼感觉？我是讲到这心酸的啦，因为不是到底咱要安怎做啊？你有啥物想法来？你针对我以上所展现出来，即个民怨，甲恁所处理的结果，恁所回报的结果，你认为这样子可以满意吗？这个问题其实讲起来吼，如果说要一单。单纯的那个我们的稽查人力来讲的话，哈，确实是在整个的一个处理上确实会有问题的。啊，当然，咱应该针对的就是讲，哦，咱目前管内，唔是就是讲岛南电这个部分，哦，有会当有迄个空气操作许可的这个诶迄个工厂，哈，阮并讲可能我们就是必须要重新再去审慎去评估说，说好它在整个制程上面，哦。会有哪一些会产生异味的这个问题？哈、哦，啊，当然，并讲 K 渣当然是一种手段，但是从这个治本的一个方式里面，我们会彻底来做这个方面的一个检讨，就是说针对斗南地区，哈、哦，当然今天议员提出来的这个部分，啊，当然就是说嘛，不一定讲是干阿斗南，哦，因为你这空气的部分就是讲它是一种逸散性的，哈、哦，嘛可能就是讲随着咱迄个风向，还是气候、天气的一个变化，吼、哦，会产生不同的一个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会积极的吼、哦、来做分析，来做源头上面的一个做管制，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啊。哎，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讨论的了。源头应该一定要掌握，而且不是只有合法来跟你申请的，有几说无合法的啊，啥物？应该咱稽查队爱做全面的清查，是毋是好？岛南你有可能是工厂，有可能是，即个有可能有会产生的隆重彻底了解伊制作的物件是啥物。然后，那你讲的讲源头来管制，咱来辅导业者来做改善，来辅导伊，因为有的业者受伤。伊嘛不一定有迄个能力，因为伊伫专业上也是伊嘛欠缺，所以咱环保局咱应该爱提供较好的技术来互因迄落，来互因来做检讨嘛。哦，局长，这个工课若要你处理，你认为你偌久会当处理？而且清查源头管制
对，先将所有有可能的污染源先甲吹出来，你偌久有法能处理？你若讲以刀南镇来讲吼，阮无阮两个月的时间，啊，当然变讲，若讲随着风向的那个部分，哦，当然爱较侪时间，就是讲因为范围比较大，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是要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哎。迄、那个陈乡处长吼，我麻烦者，你请咱周太郎科长啦吼，周太郎科长啦吼，对斗南的地图，斗南的地图啦吼，因为我甲我的甲斗南的乡亲咧讨论，就是讲有当时我啊，恁来唔拍电话，伊讲有拍、啊，哦，但是我发现着一个问题，包括连我家己咧拍。就是安啦，我希望恁城乡做一张地图，就是规个斗南镇，然后东西南北的那个标位把它弄出来，然后希望分林管区也好，包括阮私我私人，然后大家脸书，包括哦大家脸书来公告，来甲互斗南镇民知，就是你徛的所在，你的厝，然后来这边是东，对是边上啊，这是偏东南还是东北，哦。那么可以比较明确来提供给环保局，因为无一定要定情类，参头片就臭味，片着在哪里片着，对对来唔知啊。稽查队嘛无地走，稽查队员真正我讲，其实稽查队员，我认为我嘛未讲真个苛责，因为总啊较强啊规划啊，啊全管咧走，但是因岛南的问题五年啊。未当讲无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啦，即安尼，即个政府安尼是未当予百姓信任的。啊，你看民意代表每间咧一来一去，我都唔知一位对，我搞不清楚咧。哦，所以是唔是讲城乡啦吼？我想这周科长，因为周科长做事情，我觉得他尤其对这一方面，就是一个大地图，然后我们大家来用这个网络让。所有的斗南证明，然后不管哦，互伊知影讲，然后你怎徛的位置，那么这个臭味是为对一个方向，风是为对吹来，会当真清楚来甲环保局讲哦。另外啦吼，环保局，恁这边稽查队拢总几个？阮分山线跟山线跟海线吼，啊目前并讲干。单纯客家是有九个，一个是办内勤的，啊，另外阮有十几个迄个工程师伫内面做内部的一挂控管安尼，哎。控管什么？控管就是一些资料的整理，或是整个资讯的提供，或是什么的一个处理这样子，哎。我来感觉安尼敢无啥对哈，外口走的人九个。内底咧控管咧，你讲几个？无，伊迄就是讲开处分书啦，啊，佮其他应该有超十二三个，嘿。啊，你，就恁我讲来听吼，外口咧做代志较要紧啦，啊，莫囥囥当内底咧看电脑，伫遐咧混日子打电脑啦。伊个，恁咧做工课，唔是？做工课比监督的，比做研究的收集资料较侪，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对啊，对唔对？因为本来是讲好咧，恁人员也无够，但是空屋基金，这咱就有扣，咱就内底有钱，应该是爱要甲管理做工作报告，是毋是？伫稽查队员这方面，那么咱来讲，加几下互伊，因为24小时拢百姓咧拍电话，而且你内底你嘛袂当囥遐济人啊，你只要去找我好，唔找好。因为 E S 每个计划，就是每个计划，它因为我们环保局的有很多的一个计划，那每个计划都是分配哈，它一两个工程师，他们必须要去做一些资料的汇整，还有整个那个，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再做人力上的一个调整，哎。我讲啦，好啊，等调整啦。其实吼，有当我感觉吼，公务机关为较早啦，为较早自我开始做议员第一届所长的时阵吼。迄阵我是甲社会主讲啦，有一天吼，我椅仔徛咧，我家己会炸椅仔来啦，莫甲恁定位吼，我会炸来遐吼，来看讲啊，恁工课很辛苦，啊看来好传，好甲恁记录落个吼，哦啊偌辛苦，我好来议会吼，要求馆长吼提高薪水、发大红包啊啥物啦，
啊，环保局你若拢真是很无人通瞧吼，我原来会当切一条椅啊吼，来恁国科，我来遐坐啦。我原来请会当请我的助理，我来遐坐啦。有影很无闲无啦，很济人恁的编制拢做几个人？一百四十个，伊阮正式是四十三个啦，正式的人员是四十三个。对啊，啊恁我有请到一百四十个啊，编制来是四十几个，恁我有请到百四个，恁无法度伫这个一百个内底。伊迄个一寡是委办的业务嘿。啊，有诶哦，啊，我讲你听啦，全盘落去检讨啦，爱落去说。源头来下一页，像这啊，这是本质，这是臭味侦测器啦，这是我酷狗上网去查的啦。是不是针对刀男恁清查了后，那么伊有可能伊就是有炉啊的，啊是哦，应该是有炉啊，才有可能会排放异物嘛，对不对？好、嗯哦，是。那么伫个四角头，这款应该我唔知很细台应该未。未贵啦，吼、哦，是毋是若有可能会产生诶？那么伫个四角头，那么咱来个倒置，安尼来监测，安尼会使无？会使，但是我只爱说明就讲，因为这种危险感测器吼，伊针对诶，毋是讲迄个咱迄个空气品质诶，伊个监测，伊就是讲辅导咱、辅导咱，就是讲咱气载不足，就是讲伊随时它可以反映那个浓度。值的高低了哈，啊，当然，咱别再误导民众，光是以这个雷做监测，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考虑，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这个我是看它是日本的啦，因我去过去看它是日本的哈，过来它是写臭味侦测器啦，因为说实在要监测空气哈，无很简单啦，担心啊是它是臭味，哦，上个少无，伫基本上变成的日子靠贵日子哦，那么。这方面，恁也爱来做规划。我相信这无偌济钱，应该环保局、咱空污基金有法度来支付啦。哦，下一页，咱这个监测车应该三不五时咪当派刀啦嘛。尤其那暗时的时阵啊，因为即卖真济，我感觉足奇怪呢。真正拢是暗时咧放，你稽查人员，你无法度暗时。很多人在那裡顧啊，你也沒在顧，我是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他在工廠在生產，當然這個需要你們的專業考量，就說怎麼會奇怪，有時候都沒拼到，晚上味道出來。所以在這方面，局長你也在環保界已經很久了，你必須要兩個月來，你必須要有做一個完整的這個检讨甚至应对的方式，哦，上好啊，好不？好是。哦，你请坐。啊，迄、那个张马文，咱迄个周科长吼、哦，用一个吼、哦，因为百姓有当伊在真情的心，出定你听我的意思啦吼、哦。我相信以周科长的能力，就是来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很清楚的告诉环保局哪一个方向，什么风。哦，因为这无真正我徛咧吼，像我无较无方向感，我就无法躲迄落啦吼。那么第二个那个 PowerPoint， 那个爱弄那个富康巴士，今日馆长都有来，时间较长。喂，那个。县长哈，出门不再是梦了哈。我想你到上尾再压走来，下一页。坐轮椅的啦哈，坐轮椅的身障者哈，我想要请教社会处处长哈。长照2.0的经费10亿多，身障者的经费偏列多少？来，请你回答。我们请处长。跟议员报，谢谢主席哈，谢谢议员，甲议员报告哈。咱这个身障者，大概差不多达1亿多，
敢有意义多？我看你预算是八千多呢，剩咧三千几万是为倒来？恁的预算编的是八千多呢？哦，目前是无含连接的富康巴士，如果不是啊哦，但是我把它加进去我们那个深藏的富康巴士，嘿，不好意思。因为我有偷富康巴士的资料，所以你现在传位富康巴士去啦。是，对吧？吼、哦，我紧啦，来，你请坐吼、哦。其实吼、哦，馆长这个问题，我有想要跟伊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自我熟悉哩，我印象中，哦。这个令尊以前就这个身躯都无方便，都拢坐轮椅啊。我嘛知影你真友好啦吼，馆长。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咧，我今仔想要为这些身障者发声，就是讲，其实这些身障者他真的有时候，不管囝儿是谁偌友好呢，因为囝儿是谁总是嘛爱趁钱啊，嘛是爱趁钱。所以平常时，伊就是有，就是伫咱厝内附近吼，啊厝边隔壁安小塞咧，小塞咧吼，啊附近安找一寡亲戚朋友安尼行者安尼。但是，馆长你这时唔再有遗憾，我个人是真遗憾，因为我是大人早死吼，所以我现在很遗憾，对我这人有那个能力，可是我没有机会。啊，带他们出国啊，带他们出去旅游啊，什么吼？所以我现在，和我一世人目前啦吼，上大遗憾是安尼。啊，县长你会不会？来，迄、那个请馆长。我们请张县长。好，主席，谢谢蔡东富议员了哈。我想蔡东富议员哈，一直以来都是为我们弱势在发声哈，也能够感同身受弱势的处境哦。那你的遗憾哈？其实在我身上也有了哈，我从6岁开始，我的父亲就不良于行哈，那一直后来到坐轮椅了哈，那我也在这当中哈啊，因为啊体会所有身障朋友的一个尊严哈，所以无障碍的一个空间、无障碍的设施、无障碍的争取哦，我也陆立其中哈。那现在也看到很多的公共场所也已经啊达到这样无障碍的一个空间的设施了哈。但是呢，我想今天蔡东富议员提出来的哈，也就是我们身障朋友在这样哈整个场域里面是公共空间都已经无障碍的哈，那自己本身有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样无障碍的空间里面畅行无阻哈，达到自己的一个愿望跟自由，我想应该是要表达的是这样吧。嗯。啊，县长你请坐了。好，谢谢。我想要来表达的是安尼，我感觉哈，其实我嘛有碰到迄个朋友啦。你跟他讨论啦，因为伊是大人聚会啊，阿妈用轮椅，但是伊咧上班啊，啊因的阿公阿妈还佫伫个哦，倒伫眠床的，所以因老母啊足希望会当较直去看伊是大人，因佫看无几届啊，但是因为伊咧上班，过来后来伊准使。在一般的车的位置，伊就是无法度去载因老母啊，去看伊的是大人。时间性嘛有限啊，因为伊若坐轮椅，要坐车抱抱来抱去，你若无身体较勇的，无法度抱呢。身障者一出门，伊一定爱有较便利，就像你讲的无障碍的那种设施。下一页。低底盘公车或富冈巴士，低底盘公车，社会处长，云林县总共有几部？我们请处长。报有几部？这个你请坐。是。下一页。都市吼，都市人啊，无怪人小姐那位都市钱客啦。下一页，因为他的交通能量不够嘛，伊讲这部捷运啊，身障者说实在的，随时等于是如果以现在新北市跟台北市，伊要去到对一个角落，应该多数拢有迄落啊。伊若主要一个啊外劳也好啦吼，亲戚朋友吼来塞，
就拢有法度。包括伫市内的计程车，即摆嘛目前咱交通部、卫福部补助啊啥，咱分林敢若补助，敢若申请一台，敢若有司机敢若申请一台，包括他们的公车，所以市内人，实在讲有当下吼，住分林其实我那我个人感觉真幸福，但若伫这方面的比较，咱就输人足忝的啦。咱的弱势族群吼，就输人真忝。下一页，今麦咱分林县政府吼，咱都有富康巴士、甲长照交通接送，伊的尤其是长照交通接送啊，是限定使用于照顾计划中之就医或复健。那么富康巴士，那照我所改社会处所了解的资料，也是超安尼啦。特殊少数个案是遐囡仔上下课，但是他也是身障者，我也认同。下一页，分林县议会将来支持分林县政府，尤其是社会福利这块，恁来安怎追加预算？我个人的所了解，我嘛罕哩听到议员咧反对啦。这是富康巴士，去年100块，咱是2400万啦，今年咱是2900万，搁加500万。社会处长给你这预算，增加你这预算，不是干要你开钱啦。是要安怎将这个福利、将这个预算来开在百姓的身上？下一页，富康巴士，整个县政府门口，整个县政府门口，我三五时来分林县政府就对了，那个公埕啦，不管是，上少。拢还阁六七台，这拢是去遐翕的相片啦。即摆是惊袂赴啦。馆长，你再出门的时阵，也是你有看到无？讲到歹听，讲连议员要你赤公，百姓要你赤公就对啦，都没有车位。富康巴士是这样用的吗？富康巴士是在台分林县政府订车位的吗？预算嘛，给你加啊。社会处长，富康巴士，你是安尼处理吗？下一页，这民众的订正书，民众的订正书，贵单位的电话非常，伊这个不是伊属住呢。隔壁阿伯拜托伊拍的，好不容易打进去了，却无法预约这近两天的啦，一定只能预约下一周了。下骹的吼，馆长你看一下好啊，我不爱卖念啦，因为起码治无好啦，迄吼，馆长啊，这重视社会福利。预算恁加编，那照我所知，那别科室咧加编，我讲主计还有馆长还有是专意见呢。因为咱分林县的预算是有所限制呢，咱是散官呢。下一次你今年加500几万，你富康巴士你有好好做。下一页，这是我给恁调的资料啦，咱拢总57台。编制司机39个，备用车辆20辆，这其实吼，处长咱讲要将这件工课完全怪罪于你吼，嘛毋是真正确啦。但是事实上，若要怪罪，就是讲，恁接处长，我感觉讲咱局处吼，我已经讲几啊，我进行会议我就讲吼，其实。拜托恁自当这各位吼，因为恁拢是处长，恁的公务之力，包括恁的学识，照道理讲，拢比我较悬。
希望恁会当看讲也好，目前咱徛当百姓的立场，那么来检讨目前恁各局处。你想讲社会处长，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安尼。我一个议员想会到的，我是该讨资料，你才想到啦。啊，我足希无希望讲吼，那是干来要来做官，唔是要来做代志，安尼唔好来分任官啦。咱讲分任官的百姓。已经比人外县市较歹，分任县政府嘛已经比别个县市啊较艰苦。因为呐，照我所知，最近真侪议员是议会咧质询就对啦。县长我嘛爱甲你提醒啦，你真正有心理拍算啦。反正撞到分任的，就卡。下一页。这是请恁社会处送来的工作报告啦。伊讲的，恁肾脏科所讲的，所反映的，就是讲，伊无收费恐滥用啦，无故取消更浪费啦。哦，夜车离尖峰时段的差异，某些时段会有一车难求啦。这个一车难求，那我们那个20辆就应该出去了嘛。哦。服务区域过广啦，下一页，今日甲馆长吼建议的是，馆长呐，以我所收集来所套的资料，全国即卖干啦，基隆、南投、金门、连江，其实金门甲连江应该唔免算啦，全国应该就是咱三个乡镇，咱三个县市是自办的，下一页。这是呢各县市的预算，哦，伊嘛有讲，分林关目前比人做了较好，就是安尼，咱无收钱，但是因有诶县市因就是有收钱。下一页，跳那么快啊！我想要来拜托馆长，因这有诶无提供嘛，吼，下一页。我要来拜托馆长啦，应该甲社会处吼，爱来检讨啦，是毋是有法度讲将现有的预算、现有的车辆的设备，以目前的科技，那么来引进商业管理，创造双赢，第一赢。婚姻观原有的福利，咱袂当减少。肾脏者，伊一礼拜咱坐一改变钱的，咱赶快来提供。哦，司机的薪水，其实，那照我所问起来，27000，那真正需要饲鸡啦，27000无够啦。那么是毋是呐？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利用？因为这款我无足捌的啦，吼，县长。因为我看人迄 Uber 也好啦，吼，也是迄台湾大车队也好啦，吼，都是会当吼，迄车咧走的运转率，我相信一定加真悬啦。所以就是会当将司机的代步，家己有较悬的。当然，你若唔做诶，你若靠势唔做诶，那么歹势，民间咧唔是分林管政府，你就是回去。你愿意做诶，那么当然，咱就是来辅导伊，互伊搁赚较侪钱咧。第三个福利，第三要赢，要赢啥物？就是全分林管的老人。尤其是身障者，不能讲老人啦，因为老人的会讲对。如果是身障者，甚至行动不便的这个年老者，那么除了看病复健以外，咱分林县政府在富康巴士会当予囡仔试试来请，
也许那管理员你即摆咧推动大尖山、二尖山啦、啊，会去到二尖山心情真好啊！我看你直播，我刚看，我看你大家心情嘛足好啊，因为去到遐真正心情会好个啊。我今仔日我若家庭我负担会起个，我因为我要上班好来，我请富冈巴士，然后我会外劳啊啥物坐起哩，在大尖山待超领，甚至在你所讲个即个海线个啥物口岸也好，对也好，来啊食食，咱有你们即个沙白鱼也好啦吼，即、這个石斑也好啦吼，蚵仔也好啦吼。予老人行动无方便的老人啦吼，咱即个是爱限定伊，无咱迄咱也负担袂起。就讲，那么除了看病，咱婚姻馆政府买当来予咱婚姻馆，而且生长者，尤其身体机能不好的这些年长者，第会当来看伊的兄弟姊妹。在座真济人拢甲我。虽然少年我几岁啦吼，但是有诶应该是甲我差不多啊啦吼。真正啦，到食老诶时阵吼，见想想过去啦，见讲过去啦，啊讲了就随袂记啦。啊，上大诶安慰就是啊啦，看着啊亲情啦吼，老朋友啦吼，啊这伫全国目前啦，我看因所送来资料，拢是干啊极限。在看病或是复健，我个人今仔日议会想要正式来甲婚姻馆长建议，是毋是婚姻馆来做台全国头一个，在生长者、在行动不方便的年老者，在我们的吊车允许之内，那么使用者付费。用这种方式来帮我们婚姻馆的老人跟这些身障者来创造另外一项的福利，馆长，你的看法安怎？请馆长回答。我们请张县长。好，谢谢蔡同富议员哈。我想议员所想到的哈，也是在我上任之初哈，马上就是进行所有云林县内，无论是公用的这个客运，或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公共巴士哈的一个通盘总整理了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幸福专车了哈。那我们透过公务处也已经委托给逢甲大学哦，那最近应该进行期末报告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那当然我们县内的富康巴士，它目前是提供就医就没有就学了，就医跟复健哈来使用了哈。那是不是就是说，在我们所有身障朋友，他如果要提供好的生活品质，还有他能够出门的时候更加自由的话哈，借由公共巴士也可以，或是我们的富康巴士现在目前呢哈，当然有闲置几个车辆，本来社会处告诉我说这些叫做备用了哈，那备用如果假设备用的情况下还可以充分运用的话哈，那我们会好好的来妥善怎么规划啊，让它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能，那甚至要怎么样啊来做更好更周全的计划，我想社会处这边我会来请社会处好好的研拟啊，今天议员所提出来的是自办还是委办，哪一样的功能最好？反正就是要达到服务民众哈最便利的一个途径了哈。那怎么样做的最好？我想议员今天提出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来啊审慎的思考，来盘整我们现在目前有的这些富康巴士。嗯，县长哈。你讲的巴士线啊，我知道这个你有在请逢甲，但其实哈，我告诉你，在云林县呐，它已经是恶性循环的了。恶性循环呐，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咱看嘛，啊，即卖真济人就是厝内有车嘛，所以啊，搁咱婚姻馆咱停车是方便，所以人足少人去咧坐巴士的嘛。几岁啊老啊较济岁有啦吼，当然伫这方面，但是这方面要来做。身障者啊，是讲老人的出游吼，其实无方便啦，因为老人其实这方面是无迄落啦吼。倒是馆长吼，就建议你讲，真正我个人，当然我身为因为我无够专业，因为公务机关有公务机关的规定，但是我所看到的是咱北关区人拢有委外啊，所以可见委外它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
第二个，本来商业性，因为公务机关，讲实在的吼，真的啦，真的啦，卖讲分林管政府，我想啦，全国的公务人员啦，吼、哦，那来给郭台铭拍成绩单的位置啦，应该有部分啦，全国我唔是讲咱分林管，咱分林管大家拢足好个啦，甲北管区较歹呢，分林管拢足好个。那予郭台铭来请主管就对啦，北管区的公务人员哦，我看会当留当官位的吼，未超过三成啦。那以做生意的角度，甲伊发挥成效，啊，咱分林管做了较好啦，咱分林管可能高下啦，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要来甲馆长强调，其实商业行为类，予人外口人来标，外口人来经营，第一，伊的调动的能力。绝对加足用心的啦，服务的品质嘛绝对较好啦。哦，那么分林管政府要安怎来个监督？哦，包括收费标准，然后包括咱原地福利嘛，袂当讲原地福利去人减少伊，所以这拢是必须要全面讨论。今仔甲你建议的，绝对是讲是毋是来创造三赢，就是予所有的人。尤其主要是跟富康巴士的司机啦，哦，也许伊为征调为当时就入来，但是我讲歹势，无甲恁得是袂使。恁若要做，恁会当赚较侪钱咧；啊，恁若唔做，歹势麻烦恁当处。哦，馆长你请坐啦吼。好，谢谢。注定。我这个讲话你看会使无？来，你回答吧。我们请处长。是。多谢主席，多谢议员，甲议员报告。议员的建议其实这个委外这个方式哈，我嘛有考虑过哈，啊，其实我嘛咧有朝这个方向来研拟。啊，另外讲目前要未规，要未委外之外哈，时间。哦，都叫议员建议讲，会当话用咱遮个备用的这个车辆吼，因为有真侪确实吼，咱会算真侪需求啊，因为这个车辆司机的关系，目前哦，总共咱有这个总共吼，像咱伫咱大陆这边遮都有备台，我怕算讲用迄个特约司机的方式吼，如果说有比较需求的，我先来签一个特约司机。好、哦、啊，如果说有特殊需求的时候，特约用终点的方式来付费，请他来协助。哎 ，OK 啦，我感觉讲吼，其实咱讲实在啦，今仔来五十台车啦，然后台湾大哥大吼来管理啦，车抓啦，绝对恁真卖吼。我讲较保守的，讲两倍，我本来想要讲三倍啦，因为我讲你听啦。迄本来我，那我照我所看到的，我拢很亲目睭看到的啦。载一个人客去对福建，车插伫遐等，车插当遐等，当当便宜等。福建假设是四十分钟、一点钟，伊当伫遐无聊四十分钟、一点钟。但是今仔日咱嘛拢有 GPS 呢，过来咱主要要求民众。我想这嘛无算过分的啊！我请你民众，那么你登记的时候，你要登记车的时阵，你要去对一间，你做福建的时间，你看病的时间，你一个时间点给我，甚至我留一个电话给你，你若是提早出来，那么你拍来，那么车底下调动的位置，效果一定会加真高啦。哦，啊，卖安尼，卖干啦。因有当，因即摆来美管政府吼，分林管政府就跳起来了，拢咧顾这局处长，顾这公务人员。啊，若无啦，恁社会处啦。讲实在哦，我这两天会阁继续甲恁讨论。针对你的专业能力，针对你的领导能力，我会来好好甲伊讨论。真正有当，我感觉莫名其妙。当然，你做人嘛袂歹，你对我嘛袂歹啊。但是我今日论述，我绝对唔是针对事务的。所以吼，注定你这两天你家己私聊小传的啦。我想要当理会吼，
主要若有较有时间或者我对你的专业领导能力，我必须要来好好甲你检讨了。感谢大家主席，谢谢李小姐。咱感谢蔡东武议员吼，首先伊针对着岛南空气而且污染非常严重，尤其是暗时吼，拢有拖排这废气吼，请咱环保局两个月以来来完成具体的改善啦吼。另外嘛，为着咱县内吼生产者会当自由的外出吼，更请着咱社会处吼，针对着咱的富康巴士也好，信用专车也好，的运用吼，爱更加吼会当包含着食衣住行安尼。较妥善的，甚至嘛，咱研究到咱委外经营了吼。那所以，我们是请王玉琪议员。那好，我们先请赖明元议员。主席咱县长，咱各处是，咱的局长处长，阮委员同事，各家先生，小姐吼，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最近吼，像阮总理遐讲较济啦吼，但是我互你讲一项啦，富康巴士个吼，其实富康巴士遐济我毋知，县长爱注意听。我相信这市长嘛知啦，富康巴士有遐一挂人是专门咧叫富康巴士个，干咧叫客运车安尼啦。你知无？这个嘛要慎重处理啦，因为这莫浪费一下。这款只珍贵、只好的资源，确实也想安浪费一下的，是无彩啦。吼、哦，处理的薪水要提升，这我感觉嘛是有理啦。因为遐讲，因为伊用爱搁车只老伙仔去车顶，甲斗塞轮椅，无像客运车门拍开入去坐就好啊。我希望出现哈，县长，薪水这一定要特别注意，还好吧？哦，县长，那像这款哈，也特别珍贵。确实啊，现在像个客运车啊，这款的，是不是会使甲讲，你唔通安叫？这是重要时阵在用的，哈、哦，实际较方便人在用的，哈、哦。我希望出现一定要好好检讨一下，哈、哦。哎，我过来要讲哈，县长。其实吼，你的表现已经走出来了，电视有甲你报呢，你知影报是安怎无？唔知啦吼。可能讲是即个疫情小姐，休困小姐，咱生活咩啦？你看哪是做一个所在？你知无？我系潮江，国庆乡，哈。一高坑乡绿色隧道延伸去到咱山顶，咱台湾全省咱是排第五名。我嘛甲你感谢，我毋是生在咧学即个环评车，实在咧辛苦，即个疫情了隧道出来。我明仔是一分钟关系足无简单诶，二十关系。咱是一个小小的所在，搁上山的所在，有啥是无咩来？迄算足好个啦！我相信吼，咱分凡人拢会看到遮好个成果啊，啊嘛会怎感觉讲，即阵是咱个骄傲啊？会用学会着，是毋是讲会怎？搁啊好起走啦，还是走人好个？只要会人脉。开始是毋是讲从最高开这方面，山区这方面，可以尽量会将来山区运动，大家身体较健康，啊嘛较健，唔免走遐远，啊互人大家会当轻轻松松，半点钟、20分钟就会到咱个较近个山区来，行路也好，看看一寡较轻松个一寡工课，嘛较袂一寡吼。有来无来啦，破病啦，忧郁症来啦，啊，对社会来讲嘛是一个较好个啦。我希望县长，你个交通网啊，个地方个建设，新个减少，会将尽量搁啊提升，啊，较好个所在，较近搁啊开发，啊，加甲公共交通一寡钱，你看还好啊？那县长啊，无要回答一下。我们请张县长。
好，谢谢主席，谢谢赖明元议员哈。我想赖明元议员哈，长期关心哈整个古坑乡的发展哈。那我们其实哈，把古坑乡哈，包括草岭、石壁、漳湖、华山呢，都列为我们哈这个非常棒的天然景观哈。我们也把它列为我们后来哈以后要发展的一个重点的乡镇了哈。所以我们会配合赖明元议员哈您的要求哈，那我们会尽力的把这个地方哈，无论是步道或是交通路网，好好的打造，让它哈。成为哈非常亮的一个亮点了哈，让我们所有外县市的观光多一分钟，多一分钟，好，能够让我们的外县市的观光客也能够来这里旅游，嘿，这想法正确的，因为我讲一声，高开人兵南岛，阿个家己，你去讲去看大山山，旅山，对，这就是一山看人合。过来南岛，你看，对，一些人创业了，一出去了，你去再讲，人你就开始也千万，来咱到用好势，迄来这是用人呢，啊，家己咱嘛这边走就是尖山，较紧的，用一寡计来找人来配合，虽然是无共党，但是若用你用心，甲用你的知识，甲你做入去甲环境的知识，来甲人讲，我相信是妥当的，这嘛是阮。咱先管人的情况，麻烦高层人的情况，反正是这样，是应能做得到啊，哈。可以，报告议员哈，我们是透过149乙哦，我们现在文官处已经跟南投县的文化处已经启动云南一日游或是二日游了哈。那无论是到瑞龙瀑布，或是到草岭、漳湖、石壁啊，我们的五缘两角，我们的万年峡谷哈，那草岭石景大概都是包罗在这个行程当中。那我们到大尖山、二尖山，我们也是在这。现场请坐吼，咱感谢赖明元议员哦，已经对着富冈巴士吼，建请咱管政务要充分应用。啊，另外咱富冈巴士的司机吼，诶薪水吼，嘛应该提升。啊，另外嘛，甲咱管政务肯定吼，即次后疫情即个旅游吼，啊得到咱全国啊前五名啦吼，直接甲管政务肯定，啊请管政务阁继续拍拼。那刷落吼，那个王玉琪议员要甲严中，甲国民党团哦，借五分钟。感謝主席哈，我只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哈，咱農業處。麻煩 PowerPoint。我們請農業處處長。處長哈，我這邊時間比較短了哈。你大概给简短给我回答一下哈，我这边有第一张图哈，这是哈咱即届农委会哈，你进行发布的一个讯息哈，5月19号到5月23号，全台受到梅雨影响，可能受灾的农作物一览表哈，还有咱云林县进水水稻、肉花生哈、个玉米这一些叶菜类跟西瓜，这是农委会所公布的哈。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来麻烦下一张。对吼，这是吼我们乡亲吼传台湾，吼他说，天然灾害启动的时候吼，伊去公所要去申报农业灾损，结果公所农业课都不受理，吼。那我这边可不可以麻烦你简短帮我说一下，当我们天然灾害产生的时候，怎么启动这一个农业灾害补助的流程？麻烦下一张。来，朱定，朱定再麻烦你再来，谢谢麻烦请简短扼要。谢谢主席，谢谢王一奇议员哦。有关天然灾害的部分哈，我们这边其实我这边有张流程表，大家可以也公布在我们农业处的 FB 的网站上。只要天然灾害一发生的时候，请所有的农民朋友直接到我们乡镇公所先去查报，甚至去通报。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个速报的出来。那一旦速报跟详报出来之后，我们县府达到天然灾害标准的时候，我们才会引起四方的限刊。处长，好，处长，
那你是说你们会请农民到公所去登记去诉报嘛？是。啊，问题是即马农民要去登记，公所拢讲，恁县政府啊无发报，无登记，无受理登记。来，你把这个流程讲完。好，报告议员。所有的申请的部分是等农委会公告为天然灾害的时候才会有申请，所以农民只要到乡镇公所去通报，跟登记他的种植的面积跟作物别。那公所的人是不是要派人出来勘查？是的。那我现在接受到的农民去公所，公所都一律不受理，包括保中、苦库。好，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想你们可能必须要跟公所这边有一个双向的沟通。你们怎样一个流程？你必须爱公布哈，即咱农民知影吼。农民等落雨淹到水，对不？我就来讲，哎，受灾害边喏，那来讲你去公所申报，但是公所咧讲，县政府无公文倒来，啊无开始申报受理申报。报告议员，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的礼拜一，我们就请各乡镇公所公文给他们，也亲自打电话给各个公所的，请他们要接受农民的申报。对吗？那你看我这里面全部反映都没有办法申报，来，你延伸到下面来，麻烦 PowerPoint 下一张。你看，这个都是我们这边的乡亲的欢迎哎，好、哦，东仁因为咱脱口种植土库园长保中虎尾，好、哦，跟北港，我们这个是土库种植的大范围的区域啦。那我想馆长进前嘛已经找咱农委会。农粮署长官下来，已经勘察过，已经不止勘察过一次了。那我想说，你们已经勘察过了，那你现在情形是怎么回事啊？报告议员，有关花生的部分，我们在六月二号已经跟农委会的人先勘完八个乡镇了，而且达到我们全县60%的受灾面积以上了。来来来来，再我你讲来，我麻烦馆长出来介绍一下，馆长麻烦者。我们请张县长。好，谢谢王义起议员了哈。我想我们刚刚农业处处长表达的非常清楚，整个的行政程序跟作业哈，我们都一直都是也是超前的，而且只要发生任何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所有农业处的所有相关的人员都到第一时间哈，到我们哈农民哈所栽种的这些农作物直接现场去勘察了哈、哎。尤其是花生是最严重的哈。是。那花生很严重哈，我想现在哈等待农委会哦尽速公告哈，全县落花生应该都达到天然灾害。那个多给一分钟。那个多给一分钟，嘿。喂，花生应该是全县都达到救助标准了哈，但是我们现在等待农委会能够尽速公告，那到目前为止还没等到公告了哈。那当然农委会这边的回答是说他们会找时间公告，那不知道。等什么？我不知道了。馆长，我知你做认真的啦哈、嗯，但是哈，该拜托那么是来管农委会拜托的啦哈。咱云林县不是二等公民了哈。嗯。然后咱支持哈，咱小英总统，这个我想选票也盖出来哈。嗯。而且我们云林县是农业大县啦哈、嗯，最近的你说这些农灾这么严重，好麻烦讲咱中央一定要重视咱云林县的农业问题。吼、哦，而且我更麻烦你甲处长吼，尽量向咱的中央吼，极力争取这个土豆跟玉米以及这些受灾损的赔补助的问题啦。会，哦、我有打电话给陈吉仲陈主委，但是哈、哦、电话没接上了哈、哦。那我想我们云林县哈、哦、还有三席的立委哈、哦，我也会来特别拜托立委多多帮忙了哈、哦。啊，希望他们能够请中央哈、哦、尽速哈、哦、从优从宽从速。来协助帮忙，来赶快公告，好、哦，这个符合灾害的标准，嗯。好啦，直接拜托馆长哈，甲处长尽量打农委会进处啦。啊，希望讲吼，咱农委会吼，咱陈吉仲陈主委，你有看到我们云林县农民的损失，好、哦，麻烦就是说，请尽速下来勘灾一下，帮我们这些农民解决问题，好、哦，感谢，谢谢。好，谢谢王主席议员，谢谢。那么感谢。
那个王玉琪议员吼，针对着咱灾损吼，伊希望咱中央请县政府会当请中央吼尽速公告啊，请咱地方的这个公所吼，还能够那个接受咱这个农民的这个申报受理安尼。啊，所以我们请国民党团吼，严忠义议员。咱这个台会主席所议长，啊，佮有咱各位议员同事，佮咱张馆长所率领的团队，佮着这个记者先进吼，大家早安。这个主席，这个本席来请教咱这个建设处。我们请建设处处长。处长，我针对这个延续顶礼拜。有一个简单的问题，阁继续甲你做一个了解吼。即、這个针对咱即个促进工商发展，营造一个优质的投资环境吼，啊，咱要怎引进即个产业来投资咱分林？我认为讲，咱应该政府这边爱提供一个诱因啦吼。即、這个第一点就是讲，咱的工业用地爱有合理的价格。啊，第二点就是讲，咱应该爱有这个提供吼、哦，这个中间人才的这个供应，吼、哦，爱有这个充沛的这个供应。啊，第三部分就是讲，应该咱有搁较完善的这个基础设施，啊，甲这个周边环境啦吼、哦。啊，针对这部分吼、哦，这个产业投资引领的部分吼、哦，我直接要来甲处长你了解就讲。咱建设处这边，敢有搁较成熟的这个构想要来完成，还是讲咱有要准备积极来招商，啊来引领投资？请处长你简单做一下说明。是，多谢台湾主席，咱所有议长嘛非常多谢咱严议员吼，针对咱云林县的产业投资环境的关心吼。那咱的产业，刚刚议员讲得很好啦，就是说有关于我们产业用地提高的话，提供的话是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好，那所以现在我们县府这边的话，在针对目前咱有诶进行咱的产业横股开发，就是咱顶礼拜我答议员这边报告，就是伫咱高溪家吼。那目前咱高溪咱的产业价值园区吼，伊规划面积将近要有69公顷啦吼。啊，也使提供出来咱的产业用地吼，大概占近总面积大概有62%，就将近有42.3公顷，42公顷左右啦吼。那因为可能着咱这是生产带藤来合作开发的，所以咱的产业用地目前啦吼，就阮即卖考量到规个引进咱时间成本来看的话，大概拢。介于大概40,000块啦，而且部分温度来努力啦吼，是不是会使把咱的开发成本再往下降吼，能够让我们的一个产业用地的一个价格能够再更具竞争力，然后是不是能够压到3万？这个我们会再努力吼，这是有关于那个产业用地的提供吼。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5月22号，行政院其实也核定了我们保中这边的一个农业。机械的一个科技园区，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会由我们县府跟经济部工业局来共同来努力，好、哦、来合作开发。那目前的话，我们也在跟工业局这边敲时间，大家预计在下个月的话，我们双方的话会在县府这边来正式召开一个记者会，来跟大家来做宣告，我们地方政府跟中央共同来开发我们那个保中。农业机械科技园区的这件事情，这个都是要提供我们县内的一些产业用地的一个供给。那针对刚刚议员所提到的人力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云林县这边的话有3所科技大学啊，其实针对人力的一个提供的话，其实目前的话我们云林县政府也跟这些学校成立了一个产官学研的一个合作平台，那学校这边的话其实也非常愿意配合我们县府的这些想推动的一些产业政策，来开设相关的一些课程吼，来让我们在县内的这些业者的话，能够来得到那个专业的这些人力的一个提供吼，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在
来努力。那最后的话就是有关于那个刚刚议员所讲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条件问题，然后其实在县长上任以来的话，其实我们就去成立一个招商的一个单一服务的窗口哈。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就由我们建筑这边来做一个总整理哈，其实以后业者就不需要为了一个投资案然后再去跟我们县府各局处来接洽，然后全部都是由我们在我们建设处这边好来统筹，这边来协助办理，那方便业者针对他的一些投资的一些问题的话，能够在我们建设处这边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哦，感谢处长哦，我相信这个引进这个产业来投资咱分林，我相信这嘛是咱这个张馆长伊的施政目标之一，就是讲为企业找机会吼，啊，当然我嘛希望，直接希望讲，咱建设处这边应该爱搁较积极有作为，啊，来实现咱这个馆长的这个施政目标之一。处长你请坐。嘿，谢谢议员。迄个主席，另外我搁来这个请教咱环保局。我们请环保局。咱这个局长吼。是。我会记你是咪三月份才来就任？是。啊，安尼已经嘛来有两三个月左右吧。是。啊，针对你的这个敬业的精神啦吼，甲勇气，我伫遮本身吼表示肯定以外，啊，我想要来了解讲，你来这两三个月，你针对咱环保局的这个业务，你有完全进一步的了解无？有。啊，安尼我来甲你请教，讲即马咱即个关系到吼，咱即个部分乡镇啦吼。是。即个即马的即个垃圾堆积如山的问题，吼。啊，免哪即个去化处理的问题吼，我会记咱即个咱本县每一天的即个粪扫的产量。是咪有310吨？是，这是不可回收，必须要处理的部分。哎，啊，另外就是讲，咱有法度委外吼，去其他邻近的县市代收，是，嘛较有法度处理这个百吨左右。是，是咪安尼？咱这个粪扫的部分嘛无法度解决一半的这个问题啊。是。啊，当然，我相信吼，即个咱干那要靠即个委外吼，啊，车去邻近的县市，吼，即针对即个粪扫的消耗量嘛，绝对无够。啊，当然，即马除了讲，即个有咱是毋是即马有即个自行掩埋，啊，甲即个分类打包堆置。啊，佫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咱佫来咪准备有要来做一个迄个机械处理化的这个部分。是。啊，就以目前啦吼，即个粪扫的问题，会记你累即马累积的迄个量嘛，已经有达到80000多吨。是。啊，我要来遮甲处长你了解，就是讲，你未来你变哪带领咱环保局的所有即个同仁。来处理这粪扫的问题，以长、短、中期的这个方式，你有啥物计划？是毋是请局长你来做一个说明？其实咱分林县吼，拢总的这个粪扫就是讲可回收吼、不可回收，还有处理部分吼、总共的这个粪扫量是650吨吼、那无就是讲会当回收的部分是300吨吼、啊处理的部分吼、是40吨，所以讲。未当处理，就是讲还必须要再处理的吼，不可回收的部分是310吨吼。甲拄仔议员嘛讲啊真清楚吼。啊，这个310吨内面吼，咱有110吨吼，咱就是变讲必须要到外县市去委外焚化吼。那另外100吨吼，我们就是现有的一些卫生掩埋场可以掩埋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处理100吨。那每天吼剩下的那个垃圾量吼，就是要累积的部分，就是100吨吼。那从2003年底哦到现在，咱分林县所累积起来的这个丁年粪扫哦，就是
有82000栋左右。啊，目前吼，咱算讲已经甲打包处理，已经40000栋吼。啊，另外后壁咱在这40000栋，可能嘛是爱以打包的方式来做处理吼。啊，7月中旬吼，咱会引进一个迄、那个，啊，拄仔议员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垃圾吼来回收成迄、那个。迄、那个垃圾的衍生燃料，诶，这个回收部分，这一天是150栋吼。但是安尼总共甲评估起来，讲要来处理咱婚姻观这垃圾，其实是无法度的。咱必须吼，伫这个真短的期间内面，吼，咱一定爱找出咱婚姻观会当自主处理的这个能力，吼。啊，所以讲咱即马目前，吼，咱嘛委托这个专业的团队。吼、哦，来评估到目前，就是讲，不管是吼、哦、咱迄、那个哦焚化炉这个部分，吼、哦，还是变讲伫大北市这个部分，吼、哦，还是变讲咱迄、那个，甲拄仔议员讲的垃圾，吼、哦、回迄、那个，就是讲来回收做垃圾衍生燃料这个部分，吼、哦，咱变讲必须在上短的时间评估到咱婚姻观目前的这个情况，吼、哦，提出上介好的一个自主的处理能力，啊，阮预估，吼、哦，就是讲大概就是伫10月底以进前，阮这个方式就一定会来甲伊评估出来，啊，这个时阵就是讲，必须大家咱全员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讲会当哦，大家共同来解决这个咱今年的这个粪扫，甲咱婚姻观的这个粪扫问题。好，迄、那个感谢局长吼，这个你拄啊，迄、那个你所讲的这个粪扫要去化处理的问题吼，我是希望咱这边应该爱搁较积极吼，来针对这个粪扫的问题。来做处理吼、哦，局长你请坐。安尼主席是咪？咱来请咱张馆长。哎，我们请张县长。好，谢谢主席，谢谢严忠义议员嘿。县长，拄啊，咱环保局局长吼、哦，当然伊嘛来就任无外久啦。对。啊，我相信，即个咱粪扫堆积如山的问题，当然唔是加咱本县啦，我相信全国、全世界。是拢爱去面临的一个做严肃的课题啦。啊，我想要来请馆长吼、哦，你针对咱婚姻观的这个粪扫的问题，你有啥物较好的做法、甲想法，啊来支持讲咱环保局这边会当来阁做一个较完善的处理方式，请馆长你。簡單說明好，谢谢严忠义议员我想，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启动焚化炉的情况下，没有完全治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用治标的方式哈，来让环境哈更加的优化了哈。所以呢，除了我们现在每天哈还要外运的。外运的垃圾之外，然后我们啊掩埋的大概剩下几个乡镇有办法哈，所以我们大概每天还有存190吨哈的这样垃圾哈，那外运的量哈大概目前只有能够到100吨或是120吨左右了哈，那其他还是要堆积的，嗯，其他还是要堆积的哈，那如果假设。有任何焚化炉要税修了，或是说他们啊减少量的话，那当然我们堆积量就会越大哈。所以我们现在用打包的方式哈，尽量来解决哦。但是我们现在哈面临的哈啊一个垃圾自主处理的方式，我们大概就在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当中了哈。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规划更完善的时候哈啊，能够尽量减少垃圾的堆积哦，啊能够达到啊环境更加的美好哈。我想这个部分哈，也请议员给我们一些时间跟空间哈。我们现在已经在啊紧密的规划当中，那当然这还需要中央哈。再给一分钟。我们这所有都需要中央的协助跟配合，尤其是环保署扮演角色非常非常重要啊。整个垃圾余裕量，每个焚化炉的余裕量哈，掌控权是在环保署哦。那环保署如果可以鼎力协助我们的话，我们堆积的量可以充分的哈啊，到区域联合治理的这样的一个焚化炉里面来协助的话，那我们量就会减少哈。那堆积的量减少，我想环境也会更好哈。那环保署也给我们啊这个自主的垃圾的打包了哈，垃圾的打包哈也给我们协助了哈，现在又多了40000多吨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好好的来充分的运用，嗯。好，咱感谢张馆长，馆长我嘛相信，嗯，你超前，嗯，每一种作为是受到咱来认同啦，嗯哼。啊，当然咱较积极的就是讲吼，希望你会当吼来支持咱环保局这边，就是讲未来咱这堆积如山。而且粪扫，爱紧积极来处理，甲咱这个粪扫
咱本管本所的问题，来做一个完善的这个。咱感谢严忠义议员吼，那个县长请坐吼，伊建设着咱管政务吼，啊营造好的投资环境，来吸引着咱企业的投资，来增加着咱县内工作机会。第二，伊也非常关心咱云林县诶即个垃圾问题吼，请县长啊加咱环保局的局长吼，会当妥善的规划积极处理吼，啊分短中长期吼，希望会当彻底来解决咱云林县垃圾的问题。啊，向台报告吼，咱休息五分钟。
向大家报告吼，咱待会继续开始。啊，刷了我们的议程是进行总咨询，接下来我们请民进党团来进行总咨询。啊，第一位我们请萧惠明议员。感谢主席，咱张县长、县府团队，我们的议事同仁、媒体朋友哈，大家好。首先呢，那个建设处。我们请建设处。不是建设处长，我跟你要的资料还没拿来，提醒你一下。是，没有给哈，提醒一下哈，要给要给，我跟你要的哈，好来。大家哈，威胁不要洗了哈，这个会议呢，我的那个咨询重点还是着重在我们的治水的这个部分哈。那我们云林县政府非常的清楚，要解决我们云林的基淹水问题，必须从两大方向去迈进，一个就是所谓的综合治水措施哈，另外一个是国土地貌的综合管理。当然在国土地貌的综合管理这个方面，它涉及的篇幅比较广然后呢也比较复杂，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讨论。今天本席就治水的这个部分跟我们水利处这边来做探讨哈。这几年来底，咱经济部水利署有补助咱云林县所谓的云林县防洪治理工程的这个部分，它所核定补助的一共有24件，总经费是13亿3175万嘛哈。底下哈，我清稿，咱水利处。这个就是所谓的前瞻计划的补助，是不是？我们请水利处处长。谢谢主席，谢谢议员跟议员报告。治水的工程它是一个延续性的啊，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专案计划，最后这108年以后，就是接续到前瞻计划的水利安全，所以在108年以后的一个治水经费，都是从前瞻计划来支应。好，这样子哈。那前瞻计划就水利处这边，你们可以提报到中央的那些内容，它涵盖的范围是什么？是讲什么时阵、什么用情形，咱可以当提报所谓的前瞻计划来执行？是，谢谢主席，谢谢议员跟议员报告在水利的治理这一项在水利署的一个治理跟整个水利工程有大概有两种计划，第一个叫应急工程，它是属于每年度都会有提报的，大概是在7、8月会做提报，或提报的应急工程就是没有用地问题，然后跟治理工程计划是相符合的。大概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小型，几百万到上千万左右，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的叫治理工程，治理工程就是它要根据规划报告里面去有做一个规划报告的成果出来，我们根据规划的成果去提报，比如一些较大的水系、一些护岸大概或抽水站，我们就会提报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工程经费会比较大，然后通常会有用地的问题。大概有这两类，然后治理工程它是分期的，它没有一定的期限，不过大概平均2年一次。好，差不多2年一次是吧？好，安尼好，安尼我清稿了哈。你刚刚讲说是从108年这个水利处这边的前瞻计划是从108年开始补助嘛？然后它要补助多久？没有年限的限制，是不是这样的意思？目前它是搭配到前瞻前瞻的第二期是从明年开始也是有4年计划依我们的以往的经验因为从民国95年的一淹水计划，就是我们俗称的8年800亿开始，到2013年之后，它后续会接续一个流域综合计划，就是我们所称的6年660亿计划，它会一起接一起。通常治理工程，水利的治理工程对我们来讲可能钱都不够所以中央它会有不断的专案工程去接续来做相关的一个应用。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请教你咱原地伊补助咱这24案嘛，13亿外对不哈？伊补助的内容是啥物？你可以概略的说明，重点概略说明就可以了。来，是跟议员报告这24案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类，就是属于治理工程大部分就是在于就是我们根据规划。这个水系的完整规划报告已经出来之后，
我们根据这个规划报告，还有我们就这几年整个实际上下雨台风来之后哪边会有淹水的一个急迫性，然后去根据有没有淹水的急迫性或整治的一个急切去提报啊，大概是属于护岸的一个加高加大，或是抽水站或是自溶池这样的一个治理工程。啊，那哪讲起来大部分拢是应急工程比较多嘛？你在治理工程的部分这边，前瞻计划里面，我们云林县政府水利处这边所提报的案子不多。应急跟治理我们都提很多，在全国的比例我们都是属于前三多的哈，因为我们就是比较需求。然后应急我们一年大概会提报的需求大概1亿多，治理的话我们平均差不多每一次核定都有将近就5到10亿元以上。5到10亿。以下的问题我要继续跟你做探讨哈，把你概略性让我知道就可以哈。24案来对哈，像你头段说说明的嘛哈，针对于排水系统那个护岸功能，还有它所谓的保护标准提高嘛，这个部分哈，其中就是也有涵盖一个北港的志宏池的抽水站的新建嘛，对不对？也涵盖了南靠湖甲醋寮啊抽水站嘛，刚才你讲，啊，那我伫在清港哈，就所谓的排水系统护岸功能加高跟这等等的，这归属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大概有多少预算？你会知影无？它的预算核定不是以类别去核定。我是说在这13亿多里面，这个部分才要降寡在低嘞。如果你现在没有明确的数字，没有关系，会后给我好不好？这第一点哈。第二点，那八杠新建的志宏池公这个抽水站的部分，以及的抽水站啊，跟那个甲醋寮这的抽水站，好，这两个抽水站，它大概它规划的状况是怎么样？它的功能大概可以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跟院报告，甲醋寮即卖已经发包等在做哈，伫顶一两个月，咱嘛有去现场开迄个。伊发包的只是抽水站尔吗？还是涵盖周边的相关工程？甲醋寮遐本来就有一个抽水站，伊能量无够。是。所以咱就是根据，对，加强咱的能量吼，等于我无记唔到，就是本来较无够。来，等下，那抽水站是太旧换新吗？还是补强哪个部分？增建。因为一个无够，一个 A 无够，我边个起一个 B 较大型、较大量的迄个抽水站。这个问题很多哈，我希望哈，我们水利单位要非常的用心。为什么我们云林县的水患，我搁缩小范围，等来公温得到山窟。八杠水那口湖水患，尤其是口湖这个口湖乡哈，它的水患的问题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好，这个部分我会等你继续跟你探讨了哈。那就那个北港志宏池这个抽水站呢，它的状况你说明一下。北港志宏池是伫咱规划报告哈，等于伫咱八杠的中上游等于都是计划区外哈，爱做哦，应该安尼讲哦。完整的整个北港新街大排这個水域的地理吼，包括几部分，第一就是要有抽水站，第二要有自溶池，第三就是排水路要整治吼。啊，咱就是伫从下游的新街大排抽水站，咱已经完成啊。过来就是要自溶池的新设吼。啊，依照规划报告，咱嘛做自溶池。咱自溶池就是甲五合局分工，因来做自溶池的新建工程，抽水站由咱管政府来做啊。自溶池工程一定伫旧年一定发包完成啊，即马就是抽水站的工程，由咱县政府定在设计当中。啊，设计就是为着要未来，等于讲自溶池啊，底水来了后，咱后加一个抽水站的时阵，等于去做一个调节，提早把自溶池放好大，啊是讲水来的时阵，伫同底时间淹达水吼，放在咱新街大排。所以讲吼，你们现在工程的重点就是在新设。另外一个抽水站，八杠跟甲醋寮拢同款嘛，是不是那个？是其中之一。我们检讨起来哪边的抽水能量不足，有需要的，我们就是争取相关的抽水站工程的经费。你记得有一个重点哈，我不知道水利处有没有真正的去思考或者去执行哈。
就是讲抽水站地，我即马吼，我们到地方去走动，哈，很多村长也好，代表也好，乡亲也好，他们都反映哈，反映一般都是抽水站不敷使用，再加上很多其他的问题，等一下我跟你谈。那既然你们常常因为原来的抽水站不敷使用，要在新设另外一个抽水站来加强，对于新设置的这个抽水站，你们在整个规划设计里面有没有去腐存清，把以前旧的设备不足的这些相关事宜做一个通盘的检讨，然后在新建的抽水站补强于原来功能的不足，跟加强它的效益，这个部分咱水利处唔知有真正用心去思考对无？来，是，议员的观念是很正确的，也确实水利处在相关的一个治水是有这样的规划检讨，在规划检讨里面，当然就是会检讨那个地区的抽水能量，现在已经有多少了，还不够多少，好，这是我们在检讨完之后会补足它不够的能量，啊，我们自己以刚刚议员讲的下处了那个水系来讲哈，以下处迄个区来讲哈，同顶游一定有一个四五个简易抽水站。即马伊即马现场伫个中游遐下处村遐有一个下处抽水站，本来就有啊，正无够咱个加。伫巴拉卡遐有一个叫做乌毛小白，也是咱简单叫做卸错简易抽水站。伊遐嘛有一个抽水站，啊，咱伫即个应急工程，就看到讲，伊个抽水站伊个浅池无够大，伊个水路无够顺，所以咱有争取安尼经费。所以不管咱抽水也是排水吼，阮会把每一届的风台大水会过去检讨，倒了无够好，阮会过检讨，达做搁较好。我是希望恁个检讨做较好吼，卖伫每一届检讨以后。应该是每一次我们有这些所谓的水患的一些不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经验里面，尽速的检讨前面的，然后作为后面规划的基础。你嘛后边这个新建啊，好，咱即马什么时代了？应该讲新建设施绝对比旧设备它的效益要来得好，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嘛。但是咱主管机关袂当常常讲哦，我即马搁新设置一个。未来我搁看伊合不合用，适不适用，是敷不敷使用，然后不敷使用，我们再来增设一个，那个都是下策啦。我还是希望就你们的专业，在抽水站的新建设、新设置里面，应该给它做一个比较长远的通盘的规划跟检讨，按那再丢，才能够未来可能才能尽量的，我们朝一劳永逸的一个方式。啊，不，你讲吼。工厂当然是用不尽啦，但是哈、也会增加你们很多的业务困扰跟作业，好不好？好，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哈、未来要加强一下，好不好？是。底下哈，我个请教哈，你讲头前哈，咱这个排水系统、荷花功能，包括它保护标准等等的这一些进度，到目前为止，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度？执行的比例大概有多高？议员是指全县大概这样的进度是不是？对，跟议员报告哈。概念性。我们目前云林县有可以整合成33个水系，我们已经完成规划报告了。来，我说些话你好啊，我安尼请教你来。咱伫这13亿外内底，咱有一部分是用伫咱县内10几个所在有无？咱的排水系统，它的护岸功能，还有它的保护标准提升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这个部分就好啊，这个部分您即马几平的进度是安怎？就已经有列在我们给议员的资料，我们都已经在发包执行中了。拢发包啊，是吧？除了两岸里面，应该我记得还有两岸，因为用地问题还没走到最后，所以两岸是设计完成，等用地问题程序走完之后就可以发包，其他都已经完成发包了。都完成发包了，是不是？那工程的执行还没嘛？就先完成发包，然后再走后续。对、发包，所谓工程发包就是发包完之后就做后面的一个开工前的准备，然后就开工执行。如果那些呢，我请教恁处长嘛哈，那这案件一评起来，就你客观的评估，它的效益大概怎么样？你自己可以打几分？你们可以去，你看啊，这工课那一评起来，
你对于效益，你觉得你的满意度大概？报告议员哈，我们会提报，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要有这些工程来，才会使我们的一个水利防洪的功能会再提升，所以这些做一定有它的效益。啊，至于执行的分数，就是我们有研考单位会对我们做一个列管。没有没有，我现在请教你的是效益的评估，你客观的。效益一定是会有效益，我们才会去争取的。我们也重点在这里啊。对。效益毛十分，毛二十分，毛七十分，毛八十分，毛九十分。那你觉得呢？会列在开的，会在列在我们优先争取的，都一定有八九十分以上的效益，我们才去，因为排在我们的一个名单里面有数百件，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就是现阶段最优先要去执行的。那当然，这个部分在我们云林县。它水患问题的比例，换一句话来讲，是不是你这一平了，就当带多少来解决咱原地应该有的缺失？我的意思是安尼，是不是安尼讲？我们是希望这样，因为水利不是说我做了就一定不会，可是我能保证我做了之后，以前那么严重的淹水就不会再有，我们至少会退水比较快，我们保护标率标准会提高。好，给你们肯定哈，因为说实在的哈，现在团队论经讲了哈，在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每一个哈民意代表、官员也感受无同款，但是我真的感受到了你们的努力哈，所以一向，我现在也较侪回来了哈，较不亏待他们人啊哈，所以哈，我还是希望用正面的、肯定的态度去鼓励你们，去支持你们。好，但是你嘛袂使上山啦吼。当然，伫水利处这个部分啊，我感受到你们甚至于每个主办人员、承办人员都非常的用心，也很积极。所以今天我提出这个问题，上个重要是要甲处长你探讨什么？就是讲除了咱会当甲中央争取的，争取的这些钱，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花在刀口上，让它的效益彰显，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当然水患的问题，它综合很多的因素。哦，每年都不断的会发生，会衍生，但是咱如何为底标开始，慢慢走向治本的一个方向？我希望我们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的立场是应该这样才对哦。所以我头头要跟你请教的这个过程内底，我就是要搁跟你请教，除了中央这24案，跟咱们先补助13亿外以外，搁来是第二期啊嘛，对不？我们水利处这边就水患的问题这个部分，你们。就后续的这一些提报，您大概有多几个方向要执行？跟议员报告哈，刚刚议员提的就是之前我们有争取到，就是有十三亿多哈。对。然后在今年，其实在今年的一个3月、4月的时候哈，又有核定较新一批的，叫前瞻的第五批治理，那时候。在这一批，我们也有争取到27件。不是第二批，起码是跳去第五批啊。起码一定搞第五批啊，起码一定搞。他们已经审核到第五批的意思。对，他们现在已经审核第五批啊，不是每一批就县政府也有分得到。哦，是这样子。比如第三批，它是针对央管河川，就是地方的那种县管的区排河川，他们是不足的，只针对中央的。嗯。那再来就是我们第五批才又争取到，对，是不是？那这样的预算核定是多少？差不多16.3亿。16.3哦。对，当然啦吼，我这个部分哈，因为还没执行哈，所以我无甲您提问啦吼。那我还是希望哦，未来在我们所谓的你这第五批的执行期程，大概伫多几年多？报告议员哈，他现在的因为是中央的经费也不足，所以他根据以往的执行的方式，他第五批做了一点调整，以前直接就宽工程经费给你。啊，然后考核你的进度不够的话，就调你的额度去给别人用。啊，这次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先宽给你总工程的经费，可是实际核给你的是规划设计的先期作业经费。哦，这是规划费的部分。你规划设计完成，用地取得完成的时候，他才会再给你一个工程的核定函，让你去做发包工程。所以他这样就是要。让地方政府要加强的努力哈，在用地跟规划设计要跟别的县市去竞争，跑在前面的才有机会去做工程发包。好，那我知道。
注定这些年来哈，那昆林关水患的问题哈，除了我们经常了解的嘛哈，地层下陷的问题，哈，当然这已经日据趋缓哈。那还有呢，就是比较棘手的，我们所谓的积淤的问题，哈，这是就麻烦的代志哈。啊，过来就是有一些必须要有增设海堤的这个部分是很欠缺的，这个也是我们水患问题之一，尤其是在我们口湖乡的这个部分了哈。再来有一个行政是我们要加强大型抽水站建设的这个部分，这几个大项都是影响到咱水患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或者是百姓的期待的一个部分。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环，我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水利处哈，就是将对咱排水设施它的一个维管，还有全面检修、能执行，还有所谓的监督不力的部分，这个也造成水患严重，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很完善的一个改善的重要因素了哈。底下我请教咱处长哈，就我们目前哈这个水闸门还有抽水站，它的维管的部分，咱一年咱的预算是变偌济咧一平？跟议员报告哈，我们辖内目前的抽水站水闸门哈，以数量很多，以抽水站来讲，大概就有一百多座哈，130几座，水门有1000多门哈，翻槽闸门有20-30座哈，啊，这样的设施的一个设施量，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而且我们又比较特别，是地层下陷区。然后又比较老旧，最旧的都有30-40年。没有关系，你预算因为现有状况，必须多编列一些预算来因应执行，这个我都不会反对。是。我今嘛想讲概念性，咱一年才开几只管电话者？按2亿多。2亿多？对。好，那2亿多了哈，给你一个正确的数字跑出来了嘛哈，安尼这个2亿多拢是委外办理嘛，对不？是。那委外办理的范围？抽水站水闸门，我们分成就是北中南，在抽水站有三标，分北中南三区，水门也分成北中南三区。那三区的执行范围啊，伊敢来承包是啥物工课啊？承包包括就是也抽水站水闸门，伊伫汛期就是一礼拜拢要去巡一届，两礼拜啊非汛期两礼拜去巡一届，包括汛期前的大保养，啊个。相关的操作、维护、管理。来，麻烦你会后哈，把这些所谓他们委外，我们委外办理的这些执行内容，好一份资料给本席，可以吗？是。等李家光清稿哈，好，就有这些项目我们在委外办理嘛哈。对。你这个规定来对，你有分嘛，汛期跟非汛期，对不对？汛期是每个礼拜一次，非汛期每个礼拜两次。两个礼拜一次。那这样子的话，我请教咱管政府哈，恁主管机关有一个所谓的监督机制无？你有去监督伊有落实无？来，请回答一下。啊，是谢议员的一个关注啊，在每个月的估验呢，除了我们通年不定期去，每个月的估验，我们还会委托就是专门的学者或是专家跟我们一起去现场估验。这个打高空，我不想听这个。我要你们具体的平常应该有的监督机制有没有落实？你怎么可能学者专家讲了不一定去咧监督嘛？不可能的代志。我是讲就咱委外办理的这个部分，我们主管机关你们有没有善尽监督之责？你的机制有没有完备？这个部分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分几个哦。第一个是我们自己人员的一个巡查。第二个，我们有所谓 CCTV， 我们就是随时就连线到抽水站，会看到抽水站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会用这个录影存证的这个功能去勾稽，本来在企业内容，他是什么时候要去做什么工作，我们会去勾稽他有没有在这时间去做勾稽。什么人来监督咱家己的管政府监督的人员？你说。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县政府有一个稽查的机制，像你现在讲的。这些稽查的机制是谁在监督？那谁又在监督这些稽查的人员？我跟你讲了哈，处长也许哈，我这么讲哈，你也不好回答，但是也不会不容易回答了哈。我只是我跟你讲过，我希望给你们正向的肯定。
因为你们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在这个整个的执行过程里面有很大缺失的，会甚至于会影响到地方水患的这个部分，本席就严格要求你们要确切的执行你们应该要落实的部分，好不好？所以讲你这个部分，我知道处长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希望你这个部分就从那个你们有没有一个 team 就是在执行这所谓的稽查机制的这个部分有吗？议员是讲我们内部的一个。因为你这么多机制，内部监控的机制是怎样？是不是？对，内部监控，最重点是地方有没有落实这些委外厂商已经叫有做无？咱管政府去监督的是什么人？你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 team 去执行这个业务呢？有没有？好像是没有哈。好，我建议你们要朝这个方向来做规划，好不好？是。因为你地方就像我来讲啊，你水门该开的也不开，然后抽水站积沙那么多，也没有人知道。当那水最大水一来的时阵，水门该开的不开，大家冤家娘子。抽水站要开始启动的时阵，哎，积沙太多，个爬袂行。那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哎，一年遐侪钱呢？两亿外是吧？浪费公帑太厉害了，好，我还是那句老话哈，虽然给予你们肯定，但是我们还是要要求这个部分，希望处长在你的监督底下，好好的再做一个改进，这样好不好？好。你那连刚彼得讲，我实在好话跟你讲了哈，大概有哪些地方是发生这样的问题？当然你们要去先去加强，先去改善，但是并不是以往给你欢迎。啊，你家哦说，哎，挖东墙补西墙，以往甲你反映这個，你才有去执行这個，另外那边就甲人过跳过啊，安尼是唔对的。全面性的，你们的全面检修，对不对？还有维管的部分，一定要落实，好不好？是。好，后来我即马吼，我请教咱处长吼，咱拢知嘛吼，头头我有讲过啊。你讲咱的水患的原因有地层下陷啦，吼，基淤的危害啦，吼，甚至于水闸门管理的不当。还有抽水站不敷使用等等哈，今麦我要跟你缩小范围来探讨。本身你是台湾人嘛，对不？哈，应该讲台湾，伊海外有需要一个新骨体、新体红，才会当来改善这积沙的一个机遇的问题，才能够比较朝所谓的治本的一个方向。这个问题处长应该是这个已经发生已经长期性的问题了哈，处长应该知嘛，对不对？好，这个部分等下一次我的总咨询，我再来跟你做探讨。好，我今天你要跟你探讨的是咱下仑山。咱下仑吼有三大部落，哈，伊的面积差不多12平方公里，伊的户数1900几户，拢总人口5500几个人。它在该区的养殖面积一共有3700公顷左右。而且我请教咱处长吼，除了强降雨之外，强降雨我们另当别论。议员不会那么无聊，讲你强降雨，哦，这几能量就用最白的起，我们就咨询，我们就希望你们负责，不会这样子。除了强降雨之外，它在下仑村不断引发的这个水患的因素，我今麦去地方咧行，我有综合两个因素，是比较浮上台面的。第一个就像我来讲诶，咱的水闸门管理不当，抽水站的管理不当。第二个就是它的水那个抽水站不敷使用，水闸门的管理不当，这有涉及到人为因素的争分，这个部分本席不在议事殿堂去琢磨，好，底下我不予评论的哈，私底下我可以跟你讲。但是针对于下仑村下仑川一抽水站不敷使用，虽然已经嘛有两个抽水站，但是就像我头拄仔讲的。当初就是因为设计不当，后来不敷使用。我还有多久时间？一分钟。还有一分钟哦。安尼无安尼好不好？那个处长，这个下仑村的这个抽水站的部分吼，我留伫后一届我的总咨询，咱再来探讨好不好？是。好，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要先了解一下，然后要具体的给予一些比较能够解决地方问题的一个答案。这样好不好？好，阿雷那个主席，原则上我就先这样子哈，其他的就下一次，好不好？好， okay. 以上，谢谢。
处长请坐。我们感谢夏威明议员哈，针对着水患的改善哈，还有针对着咱这个北港区咱社处寮简易抽水站甲北港志宏池哈诶新建工程的一个进度，啊，另外嘛更请着咱水利处哈，啊要解决着水患哈相关的这护岸的改善、水沟诶清淤哈、抽水机加水闸门的维护管理哈，拢爱具体切实的做好，才能根本减少水患问题的产生哈。那么，我们请蔡孟真议员。主席、县长、县府团队，还有议事同仁，那个警察局长哈，我上个礼拜我对我们警察局提出云林治安的质询嘛，那本席有要求说警察局要进行调查，那请问你们有调查了吗？我们请局长。谢谢主席，谢谢蔡议员。我们现在指派督察室驻居督察在调查当中。当中调查当中。对，因为还没有调查结果还没有出炉。还没有，因为那有时序啊，要一清二楚才可以。好，谢谢，局长请坐。好，谢谢。我先看一下 PowerPoint 哈，第一章。我们议员在监督的这个县政哈，我们是依照地方制度法的第三章，好。的地方自治定期会开会时，有相关的业务单位需要列席备询呐、啊。然后针对特定的事项，有必要明了的，得邀请首长或单位主管列席说明哈。然后第五十条是有关于议会事项言论及表决有言论免责权，这个是本席特别放在这边哈，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县民呐、啊、哈，包括我们的局处首长哈，还有我们的各级的一级主管看的哈，这个是议会议员有的职权呐、啊、哈。那因为我们也是受民意所托，所以我在这边哈再次的强调表达，这是议员的职权哈。那为什么议员在这边质询，然后提出请要求？县警局要求你们要调查，然后你们县警局的调查报告还没有出炉，你们就自己在北港分局的网页放上一个说明，然后还发动网军来对本席带风向，疑似想要造成网军对本席的攻击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行为啊哈，这个可能是史上头一遭。局长，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谁下令的？我们请局长。谢谢主席，谢谢蔡议员。我想根据那个蔡议员所质疑的这项事情呢、啊，后来我先去了解，那是因为礼拜五议员。局长，请问一下，这是谁下令？因为我时间只有十分钟。那个不是谁下令，那个是一个我们官网的管理人，因为将即时的讯息都要铺上官网，那是一份新闻稿。一份新闻稿，对，你们有写清楚这是一份新闻稿吗？那一天，电视台追访一周关注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发过了，同步都发了。好，局长请坐哈。是。本席身为议员，我们每一次质询，本席跟本席的团队都非常的认真，我们查找资料一定要印证过，我们才会提出质询。本席从来不在议会。滥用言论免责权，这个是本席要在这边再次的说明的哈。然后我们的那个请议会的议事组哈，请主任还是法制主任，你们答复一下，我们各局处针对议员的质询要提出回复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复？我们是不是请议事组？我们请法制室主任。报告大会主席啊，报告蔡议员。如果议员的质询在那个会议记录里面有要求说要以书面来答复的话，那原则上就是要依照那会议记录里面的记载，要以提供书面资料。以上报告。好，谢谢。所以本席上个礼拜五就明显而且清楚的在议事厅里面要求说以书面的报告。提供，那为什么警察局在礼拜六的时候却发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在北港分局的网页，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那这个调查监督的结果报告都还没有出炉，你们用这样的方式，这是新闻稿，你们有说明清楚这是新闻稿吗？再来看看第二章。就是你们督察室的调查尚未出炉，你们北港分局竟然以脸书的专业加以说明，而且上面还斗大的标题说明蔡孟真议员质疑云林县警察局北港分局员警移重放现行犯及渎职，提出说明，这个就是说明，这并不是什么新闻稿，这个是针对蔡孟真议员的质疑提出的说明。局长，请你看清楚第二章。刚本席讲，在北港分局的专网一再的在这个编辑上面改黑衣人跟不明人士，这是他的内容。黑衣人跟不明人士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改变他的这个文字叙述？那北港分局在编辑这个网页的这个小编或者是负责人，他难道不用先查证清楚，或者是说跟上级报告之后再编辑吗？难道可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吗？第三章，这一章就是说我们编辑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在网页，然后请我们的警察的同仁还有家眷大家大力的分享、按赞，还有包括我们的警友会系统，警政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那为什么要做这些行为？到底是想要做什么？连赖的群组里面都有。下一章，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哈，到底是想做什么？没有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复，用网页这样回复，这个真的是史上第一招呢。再下一章，甚至还有人讲说，好的分局长为什么被抹黑？请问一下，本席在这边提出一个询问，是抹黑分局长吗？整个警察系统已经烂到这个地步吗？局长要不要负责任？议员行使职权就是抹黑吗？可以这样子吗？再下一章，这一位留言的也是我们北港分局的警务员哈，他说没有法学素养的明代兄弟们只好忍耐。局长，我觉得应该要请北港分局所有留言的警员好好的说明他们这些留言到底为了什么。再下一章，还有假账号，警察局到底有没有网军？警察局这个执法机关到底有没有网军？再下一章，局长，我想请问一下，警察局有没有网军？请你说明。我们请局长。啊，谢谢主席，哎，谢太远。跟蔡姐说明一下，我们警察局绝对没有网军。这些粉丝专业，大概是在陈前署长、陈国恩的年代啊。那个时候就大力推广，所以每一个分局啊，据我估算呢、啊，最少有15,000到20,000的粉丝专业的成员。那以北港分局来讲，他的员警才200多，那这12,000个粉丝成员啊，基本上是来自各方的。所以在刚刚玉作提到的这些后面留言的人，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我们警务人员。那如果说议员觉得名誉受损，我们欢迎提告，我们都依法办理。不是欢迎提告，是你们要去调查、欸、你们警政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大部分的基层员警真的都非常好，也有很多有良知道的人没有配合演出，甚至还跟本席提供了一些讯息，真的是太夸张了、欸、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爆料、欸、难道要我在这边继续爆料吗？我一直在维护我们警察形象、欸，你们这样是在霸凌我吗？下一章，这个就是本席在网络搜寻到的哈。我们的警政系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哈，还有如何去回应于对于警察局警政系统所有的留言，
他有交战守则。那我们警察局有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训练用在不当的用途上面？这个训练应该是要保家卫国、除暴安良、维护治安，而不是用这样的训练用在不当用途，用在民意代表执行执法机关，然后对他带风向、霸凌。下一章，政府赋予给我们的资源，我们要正常好好的运用啦。收集情资、维护治安是警察局的本职，不要变成利用。再给一分钟。在网络带风向，对本席造成霸凌跟攻击，这个是云林县史上第一招，这也是县警局的丑闻呢。我真的不想在这边讲太多啦，我一直在维护警察局，你知道吗，局长？是，我知道，孟春远一直非常的协助。如果你们不公开道歉的话，本席继续。下次还是继续质询，我还会质询更多警察局的内幕。我要求一个礼拜内，警察局要对本席跟所有的民众错误讯息提供错误讯息提出道歉。以上，谢谢。局长，请坐。好，非常感谢啊，那个蔡孟正议员哈，本席在这里哈也再三请我们县政府各局处了哈，请对的机关的质询哦要相当的一个尊重了哈。那如果针对蔡孟正议员所言是事实哈，应该请我们北港分局来做一个检讨哈，该向蔡孟正议员做一个道歉哦，澄清要立即来做。那接下来我们请民进第二位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民进党团来进行总咨询。第一位，我们请周秀月议员。啊，谢谢主席哈。那个控制室，先给我那个我们云林县政府的那个负债表、公共债务明细表啊，一级主管哦，还有我们各位同事哈、媒体记者，我们现在看一下。我在想哈，我在十几年前当议员的第一年，我就很希望我们云林县政府的负债能够减低。但是呢，我一直在看哦，我发现呢，每一个孩子生出来背负的债务，几乎在60万到70万。那我们如何来减债呢？我想来下一章。我们有看到哈，我们现在六都的债务增减，有看到啊，谁是败家子，谁是增加负债、债留子孙的，这个都是需要检讨的。现在疫情过后，大家在拼经济，我想大家有看到啊，因为我们媒体也有看到斗六是那个台北的柯文哲，他一直在还清债务，我相信下一任的这个台北市的市长，也足轻松的。那现在这样六都啊比较下来，我们再看来下一张。我们云林县，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刚好廖前义的妹妹是我的老师，她在往生的时候，她有一本回忆录。写的说他没有对不起云林县民，他没有负债很多。那我们看到他整个从廖前义这个时代呢，有看到哈，他总共负债了8亿多。那时候8亿多，我相信这个是上一任给他，他才贷了3亿多。再来呢？朱文雄县长，我想就不用去检讨了哈、他大概贷了13亿，负债13亿，他贷了4亿多。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张，这朱文雄的哈、再来下一张，因为我们这个功过呢，通通要检讨。一任县长下来，两任县长下来，你为云林县做了什么？你如果有贷款，你做了什么？那我们看啊，再来就是张龙卫县长，总共呢，他
在任内六年贷了169亿，让我们整个云林县呢陷入苦海。那我想要检讨的是什么？留下来是什么？他在这六年做了什么？我们都一一把它检验一下。总共呢，我们的云林县已经负债到182亿。那时候我刚好老师辞掉，我觉得啊，身在在云林县有一点没办法呼吸，因为我们是教育者，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子孙他要如何过得好，但是也没有关系哈，因为我看到我们现任的县长他的这个财务状况很好，他处理各方面我想应该是第一高手。我们来看下一张。再来，苏志芬县长他是有将近9年，也是刚好我当了议员，那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负债是265啊，那时候是199亿。那我看到了，一直到他这个任内啊，9年呢、啊，总共负债了265.99亿。这要检讨的是什么？再来，下一张，李进勇县长，他有还钱的，开始有县长的还钱啊，还3亿8千万，总共呢，我们减债到227.79。那我在想，我们现在的现任县长，来下一张。他在任内啦、啊，一年啦、啊、也还了8亿多。我们看到我们从2字头降到199.23亿。我想啦、啊，因为我们今年是县长的就职第二年，我们怎样说哦？如果这样还债下来，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到个位数？这个是我们期盼的，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债不要再留子孙。南宫北宅上的是败家子。那我们希望的是什么？下一张。我们县长去年我们看到了哈，监察院的公告152起呢，我们县长是全台湾省存款第一，5000多万。听说他的失业有10几亿，我就不再放那个引带了。我想县长他本身在理财方面很行，我希望呢，在县长这个任内呢，是不是能够在我们这个拼经济的时代、后疫情的时代，我们的疫情我们也控制这么好，我相信你的能力。那我们议员也是监督，也是要制衡。刚刚蔡孟真议员有讲得很清楚哈，那我们希望呢，你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因县政府有什么，这些县民有什么提醒？下一张。那因为这个县政满意度呢，我们看到了这个21位的县市长的满意度，我们是排在中间的下面一点点。那我想这第几名，你们大家可以算一下，也还有赢了几个了哈。所以呢，我在想应该可以冲到前面。下一张。那我们这个眼见杂志啊，这个得标哈、哦，这个等一下我再讲。来到上一张，我们来听听我们县长他是不是能够每一年能够还多少，有什么期许？别的县长没有办法还，那我相信你的财务能力，你的这个各方面的。应该很强项，你可以带给自己财富10几亿哈、哦。我相信呢、啊，我们云林县民，如果你可以来跟我们云林县民说，你即马你即几届，还有3年嘛，要安怎行？有法度行到个位数无？在这一期没有办法来期许一下下一期，那可能因为大家拢在拼年龄嘛，哦，我想国长你嘛记者会一直开。好、哦、啊，有的记者会你事实或者不是事实，那个有待考察，我们都有监督权。好、哦、啊，我想馆长，你回答一下哈、哦，
来，我们请主席，请馆长，你有什么期许？有法度行偌济？今年有法度行偌济来？我们请张县长。县长。好，谢谢主席，以及谢谢周秀月议员哈。我想第一个我要澄清的哈，我们今天在这个议事殿堂当中呢哈，不能子虚乌有的指控，也不能哈跟着媒体哈这样起舞了哈。我们要讲求的事实。我现在财产是没有十几亿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哈，请我没有说你的财产，我说你的事业。我事业也没有十几亿了哈。那但是呢，我自己啊。从毕业以后开始就业哈，开始创业啊，我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呐哈。那你说累积了二十几年了哈，跟先生都是双薪，就算我有5000万的存款，那也都是我努力，而且我也不铺张也不浪费。我想这是我个人哈，在我自己财政的部分，我好好的坚守这样的原则，然后那这个我跟议员做说明。第二个，我想历届县长。针对财政纪律的一个规划，那从张荣卫县长的时空背景谈来，那时候是动省，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云林县的财政叫做雪上加霜，但是在那么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它奠定了很多基础，也为云林县开源节流了哈。所以你看看现在的高铁特定区，现在的棒球啊，我们的这个啊斗六棒球场的这个特定区，我想到这些都是他开源。主席，县长啊，我要讲我的财政纪律啊，那当然都要有前因后果啊。县长，那到目前为止，你看到我2年短短的时间，我们把整个财政纪律如何让它上轨道？包括我们现在如何能够拿到财政部的规划财政纪律当中的第二名？你就好，张县长，我们你不能不让我讲正面的、啊，我先跟你回应一下。好，因为说真的啦，你这个财产我们也都是双薪，我嘛是当老师，我是事业也做很多，我也开很多幼稚园，当然我每次在报监查验我的存款都是零啦。啊，但是呢，你理财，好、哦，真的是不错，好、哦，那我们也很羡慕。那当然就是说，每一个如果像你们这样上班的，能够存这样，我想公务人员创业很羡慕。我有创业，没有请你不要忘记了，我自己本身就有创业，所以你的创业20年的创业，对，你因为我很认真、很努力，我没有请你回答，我做任何事情都是脚踏实地。县长，对。尊重我的执行权哈，可以。我现在是说你如何还债，好，那当然你要去解释前面的功过，大家都会很清楚。因为你就从前面讲到来、啊。好，你说高铁，好，我再讲，我没有请你回答。高铁，那时候我在湖北教书嘛，哦，林明英公营透哎，啊，钟淑坚一眼到我家嘛，我都很认同。那我们现在再检讨回来。好、哦，今嘛高铁打给公向特，那我们都不讲这个。其实当时要的时候，到现在来检讨，高铁跟我们台铁没有共构，这个就是一大的缺失，这就是没有宏观，没有眼光。那当然已经做了，我们现在挖东墙补西墙，我们要这个台铁的这个经费，我们现在要如果能够要得到，再补上去，是不是能够像乌日啊，或者？那个外县市他们高铁台铁共构那样的繁荣，可能当县长你也很辛苦，你嘛无想着讲，你也做馆长嘛吼，啊，但是你的意志真坚强，因为你有坚强的这个财力的后盾。那当然，这个坚强财力后盾，我现在本席只为了我们云林县民，我希望讲你有法的还债，吼，你如何去还债？好，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来，请你讲如何还债就好。好，我想还债最重要是开源节流嘛，如何开辟财源？那你想云林县政府也不能卖东西，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开源？当然就是土地的规划来做开源。那如何节流？我相信我们现在哈、啊，充分运用现在的县府团队的执行能力啊，那能够节约的啊，那我们就会尽量来节约嘛。开源节流本来就是。整个财政啊、哦，这个主流的方向嘛，哈、哦，我想这个不可讳言，包括议员也都应该要认同才对了，哈、哦。是，所以我也在极力努力当中。那你如果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的财政纪律是很好的、啊，
啊，我也非常感谢我们财政处、主计处两位通力的合作啊，跟所有各局处室，大家都能够朝着这个开源节流的方向在努力呀。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议员给我们更多的肯定，而不是更多的责备。那我们现在执政还不到两年，才一年多嘛。县长，我是肯定你有还债哦。对，来，对，那你就讲到这里，我有肯定。嗯，因为你今年有还了嘛。对。我是在提醒说，你也是来还债期。好，当然这个有时候你有办法把你的版图做这么好，像郭台铭他当总统就不见得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或许他当总统也会做得很好，可是呢，我们台湾人民应该也很感谢我们这次的蔡总统能够把疫情做得这么好，而且真的是因为是蔡总统上了，我们才能够把这一次我们很骄傲的说真的，陈时中、逆时中，我相信县长你有法度讲把疫情掌控这么好，也是因为中央有掌控这么好，不可能说二十县市中央。掌控不好，我们云林县能够掌控的好，可能是这样子，这个是连体婴，对、哦、那你应该也有肯定嘛，对不对？我现在肯定你也还债啊，我也肯定，因为我想台湾的医疗一直以来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你又是对护理中央跟地方好好的配合，所以我从地会开始我都有跟你赞美啊、嗯、啊，谢谢、哦、我说你有认真，但是我现在有说恁的团队哦，吼、嗯，团队，我上次有提案，讲只要这团队哦偷到几千万呢，你就要跟他计功，甚至让他出国，甚至给他理会，好、哦、让他家庭出去休闲一下，人一定要休息才能够走更远的路、啊。你有听到我这个提案吗？有，这个议员，你好了吗？我会全力来配合，而且也会用实质的方式来鼓励我们的各个局处长。对，这个、所以说你现在又成立了文官处，嗯，啊、哦，那我相信，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地方建设得很好，哦，那还有很多的啊领域呢，你能够把它治理得很好，我相信讲。人的观光客会来啊，因为你爱有观光客啊，当然还有招商、嗯、那我现在还要跟你问一样，好，就是人的刀落当市场，你有没有介入？嗯，目前没有，没有，但是我有看到我们云林县政府也编这个预算进去、哦、现在都还在走这样的一个调研，对他这个我不知道，我等一下请文官处讲、嗯、我现在就是说针对你的负债，嗯，好、哦、当然你背负的前面嘛，好、哦，那我现在就提起啊，我看到你有还债啊，我觉得哎、嗯欸、很棒啊，嗯，所以我才把这个议题用起来讲了，上一页，好，我们就不再看说哦、你这么摆地贵啦，因为我等下你一当年，我们不要说看成绩嘛、嗯，来上一页，那我们希望我们是不是能够再上一页，进到眼见杂志，哦，我们现在眼见杂志可能我还没有抓到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看你六平嘛，你这么是不是？今年你要如何还债，或者你这四年你有什么规划？我刚就讲了，你刚讲的，哎，对，我们会朝向开源节流的方式来，尽量哈、可以能够还债，我就尽量还债，嘿。那我们也期许了哈，我希望在这方面你能够很强啦、嗯，哦，那因为你有减债的嘛，因为我。嗯当了世界议员，我看到的说啊，终于有在还钱了。嗯，那李进勇的时代，我也有跟他讲，建设跟负债这个都是一体的。你要如何去建设，你爱安怎个，你都是爱写计划书啊。所以在在处长，你该鼓励在科长，其实我用科长拢嘛足优秀的。对，啊，处长伊是领头羊，有时候我是希望，好、哦，馆长无一定讲你爱支持，应该去讨。好、哦，因为我现在有要到我们前瞻计划，我们要到多少钱？那我希望在这方面呢，他们要能够很强。好、哦，那这个负债，我这个四年，我提醒县长，你可以还到啊，如果能够还到100万以内，你就足强的啦。但是100万很容易啦，那很容易哈，大家都有听到哈，100万很容易。是100亿，100亿，我讲错了，100亿，哈、哦，那就有比较困难一点。嗯、哦，那你我刚刚想说100亿，我是口误了，嗯，哈、哦，100亿，没办法，100亿才能够拿，就是回到两位数呢。那个有办法吗？周议员哈，我想你谈的这个数字哈，你应该要更了解云林县的县境有没有办法朝这个目标
我现在就是说你的能力超强啊，所有的县长你的应该。那我可能把所有的东西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变卖。议员你这是强人所难。那你可以还多少？你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正确数字，没关系。我现在没办法。我没以你县民就期待了。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因为我执政还不到一半。你先请坐哈。好，谢谢。来，那个前瞻的 PowerPoint， 那个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现在有看到前瞻要的经费哈，我们这个前瞻要到的经费，我们现在看啊，我自己也做一个啊，请助理做一个看板。那这个我想有看到哈，第一张哈，这一个是我们要最多的是公务处哈，公务处是9亿，但是它里面是包括城乡发展处帮他要的桥梁。那我在一直在想说，很多桥梁我们都需要做，好啊。那个我们县长也在我们218县哦，那边严志有答应我们最严重的无名桥，已被有答应那里的我们的以前里长代表哈、哦。我想这个桥哈、哦，无名桥哈、哦，你敢讲无名桥，那也无名桥，是差一点，那我们16班无名啦。公务处长，你回答一下来，你前瞻计划那些桥梁啊。公处长，公处处长，我有带你到现场看，我讲爱个回看，你到今麦阿个无去回看，来，你回答，什么时候要做？这座桥之前大声一点。主席哈、哦，议员哈、哦，那个早安哈、哦，那个这座桥是之前就拆掉了，现在已经没有桥了啦哈、哦。那议员那天跟我去看的，确实哈、哦。如果要再办复建，我也跟水利处许处长这边协商过了哈。协商了吗？有，我们协商了。我们去看多久了？重新再提报、那個。重新再提报几年、啊，你知道吗？我们的谢副市长没有告诉你无名桥是淹水的原因吗？啊，这么讲掉还会淹呐、啊？啊，你去开记者会开三间，表示我后间拢未淹嘛？你那个桥到底什么时候要做啊？因为水利处第5批次才刚报完嘛，哈，那原则上我们已经上次议员会看之后，我们也会再择期跟议员再会看一次，会同水利处。我是临时带你去那边看，那你认为那个无名桥通出去大埔溪，就去到高速公路，去到台山线？因为说真的啦，我们那个16班那个盈科工16班连外道路通车以后，马龙有车祸啊，但是呢。那个通车是还不足以解除我们台山县的交通乱象塞车，所以呢，我希望讲大埔溪在做的时阵，能够解决，因为以前拄啊高速公路落来，大家要去哪来，要去启动，要去亚文那条，要去长安里，要去九里，可以从那边就直接出去。我有带你看嘛，有没有？我爸屁娘嘞！是。好、哦，啊你干嘛嘞？那个这个桥。做了以后，他可以直接就转出去呀、啊。那个桥有必要做，您都不去协商，还要有我们协商过那。你协商过，你没有跟本席报告啊？是，我会后再详细的跟议员报告。会后我都要在议会问你才会会后跟我报告。啊，我有跟你说218线淹水原因不是只有你们做那个，你有讲吗？哦，这个。这个部分我们你有跟所有的这个治水的这个团队讲吗？有，那天会看的时候，水利处召开哈，那县长、市长也到了哈，地方明代都到了哈，乡亲也到了哈。是啊，那啊我住在那里，水利处也做。我住在那里，我要监督。没有通知我，没有关系。第一次你们记者会的时候，那时候我有通知啊，我们开始。你有通知我，我去以后。现场，我要问你，你这个断面够不够？就被当地的里长骂。我们里长从哪以前，我们淹水没有过去呢？我7次的淹水会议去当也没搞呢，啊，现在不得了了，还当场骂我呢。还有斗六市长，他以前当议员呐、啊，谢淑雅。以前当市长的时候，因都会使伊做伊的主笔啊，都拢会使去做啊，较紧做啊。我希望不要淹水就好。他也跟我骂，我是去监督的呢，弯刀都还要弯刀淹水呢。是。我没有要求他道歉，我也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哦，那当时的县长把我当成空气啦。哦，有四个议员到啊，我徛咧伊头前，伊嘛无讲招手我议员，阮兜坐头前，阮兜咧饮水，我去监督，也没有称呼我。你说你超越党派，底下给我说明，你说呢？应该不是。你要不要跟我道歉一下？我想应该是当场人很多了，吼，有点。什么叫做人很多？人叫的都是不住在那里的。那个文斌，你要咨询哦。好，那你那个我再一分钟。那你看当场，我当一个议员，你们要书面跟我做道歉，媒体跟我做道歉。我在那边十几年了，我淹水，整个十六班淹水，二一八线，你那一个过路相喊，流标七次。你以为你做这个250万的这个过路箱啊，您起码个九标年嘛，去年还好没有淹哦，没有下雨哦，没有台风哦。跟县长报告哈，我们那天跟水利处召开的会议，我们又要增加两道的过路箱函哈。我有听到，我有听到你在讲这个。是是。好，那你们为什么都是这样才做呢？所以水利处也要检讨了哈。你公务处，你看我当天，你说。再给一分钟。公务处长，你想呢？我有跟你讲，阮兜住倒一间，你拄啊香港地过。您的提议我也听到了，所以那天也跟水利处，他又把整个区里计划那个区域排水计划拿出来之后，我们就认为说前面还有两道香港可能阻塞。我跟你讲哈，你现在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已经县长、副县长已经底下开三间会议啊，那没有关系，只要不淹水。啊、哦，黑猫黑狗，哪一个县长做都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是县长一定要跟市长，因为我是监督权呐、啊，我哪无行政权呐、啊？你确定我们不会淹水嘛？吼，对不对？好、哦、啊，在这边、這個、我们配合水利处的整体规划哈。反正你明天淹水报告你最好是到现场来，你不要在那边啊、县长讲了你就赶快过去，结果你敢怎样？您底下开会叫做什么公园？那个在开会的第二次，县长到的时候叫什么公园？自来水公园。你知道自来水公园是谁来争取经费的吗、嗯？你不知道吧？这个我不知道。嗯、当时我们是。好，那个处长请坐。我们感谢周秀月议员哈的一个咨询。接下来我们请林文斌议员。啊，感谢周秀月议员哈，那么感谢咱主席。啊，在座官长啊，各处室啊主管吼，啊，搁咱议员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今仔日阿斌啊吼，想讲搁来请教阮这个教育处处长，好不好哈、啊？我们请处长。前两天我有问到这个咱到底桌啊椅啊、课桌椅啊啊更换的这个数量哈。啊以及更换的普及性，我看这份报告内底哈，请处长你说明一下好无？啊，唔着干呐，我看着刷，你免看嘛。好啊，感谢主席哈，感谢林议员。课桌椅对，跟议员报告了哈。我们课桌椅的话，其实每一年都有在做改善的哈，都有做改善的哈。那尤其是学校如果函报上来的，它需要改善的。它这个改善的学校是包括所有的数量了吗？这个部分的话哈，这个部分的话是107到109了哈。哎，现在呢，现在意思就是专门了吗？还是内底有数量的？现在就是说补起来，现在好好弄全面做改善了。已经全面了，已经全面改善，所以若报起来，这都拢是啊。对对，这样改善啦。啊，这种的全面的选择是安怎去选择的？嗯，是因为各校怎么？各校吼，伊自行提报了吼。伊若刚刚伊的桌椅也无够，啊是讲伊的已经有旧去、歹去，需要更新的，伊就报起来。所以的数量报起来吼，啊，咱就马上来处理，嘿嘿。啊，即马若看起来，咱即马还未报起来，是包括伊免更新吗？但是以前有更新过，有些是以前已经更新了啦，哈，
啊，有些就是即马已经无无迄个需要，所以他还没有报。啊，若有需要报起来，我拢会随处理。嘿。好。那这个数量内底，这个和本色参考者，好唔好？数量啦，吼。嘿嘿嘿。好。是是。好。好不好？好。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提到这个课桌椅了，其实也真的很重要哦。哦，因为咱咧坐，就是爱符合这个人体工学，对不对？哈，为囡仔时代，咱就坐好正，对不对？坐好舒适。啊，所以这个数量咧更换迄阵，到底新的甲旧的有啥物差别？哦，甲议员报告吼，旧的大概拢属于较固定的啦，迄、那个高度较固定啦，吼。啊，即嘛新的吼，因咧买，拢买迄个可调式的，可以调整高低啦。吼，安尼的话吼，所有的学生来坐吼。都会当哦，都可以一体适用哈，啊无迄个管道的问题。所以可调性是包括座椅以及，也桌面可以桌面可以调整高低。那座椅没有座椅它是固定的。哦是是，所以桌面的调整是来配合它做的高低。对对对，好好好。啊，另外一部分就是咱这个冷气哈，冷气的施设啊，是针对全民总设啊吗？是全民总设。2019年五月的时候就已经全面施设，各校各教室都装了冷气吗？对，甲议员报告吼，咱伫五月十二啦吼，五月十二以前吼，已经做所有的各中甲各校吼，所有的学生的教室啊，甲行政办公室吼，拢全面装设完成。哦，我请教者，何谓各校是当时装的？何谓各校较早吼？因为以前吼，它是我们教育处装的吗？不是。伊的迄个教室是以前应该伫就装啊，嘿，之前就装了。什么时候装的？应该伫两年前啦，两年前。哦，两年前了。对对对。那是谁装的？是我们教育处装的吗？不是。哦，要不然是谁装？学校家己装的啦。哦，嘿。啊，那安尼来讲，家长会是家长委员会装的吗？应该迄时阵是学生吼，因为去啊收费，啊，大家家长来共同来装的啦。哦，啊，咱即马已经全面拢装啊啦。全面装，包括丽人国小也装了吗？对，都装了，都装了。已经都装了吗？都装好了。哦、啊，即马是在测试当中啦。哦。因为有些电量、是是电力的部分吼、喔，还在做测试。啊，测试了还会验收啦。所以，卡手卡咩家长会，唔得较吃亏呢啊。嘿，甲议员报告吼、喔，我那有的学校是外口的迄个啊，就算。啊，捐助啦，吼、欸，为好学生捐助吼，以为生的啦。啊，有些是家长会家长家己装啦、欸，但是这些学校的数量吼、喔，并无多啦，哦、喔，较属于个别的部分去做处理。欸、未来它的电费呢？电费的话，本来就是讲通运吼、喔，咱的行政办公室吼、喔、是由咱政府吼、喔，由咱管护这边加通运来处理吼、喔。啊，那迄个学生的迄个教室吼、喔，啊，就是由各校吼、喔、的学生来共同来分担。啊，所以目前来讲，有透过家长委员会大家合议做这件代志吧。这件的部分吼、喔，如果学校的电费来收取吼、喔，因学校拢会甲家长会来讨论啦。啊，另外，阮这边吼、喔，我那也部分吼、喔、来补助啦，吼、喔。应该讲起来是，那以早较热心的家长委员会啊，已经有说的，咱伫这方面的电费是咪爱了甲优惠才对。是安尼较公平。甲议员报告吼，咱会针对吼，即个学校的教室，囡仔咧上课的教室啦吼，会来全面来研讨吼，就是啊，这个大概用伊的班级，用伊的学生数啦吼，学生数呐较侪，咱就较部分补助较少；啊，若学生数较少，咱就补助较侪啦。哦，因为伊的分担吼，如果学生较少，伊分担较大。我即马讲的意思是公平的问题啦。是。哦，有诶，足侪甚物家长会一年前、两年前，人伊着家己款款来着装落啊。结果咱即马教育处用政府的钱咧开呢，是毋是安尼？啊，若对因来讲，是毋是较无公平？因是较提早装啦。诶、欸，是啊，是啊。提早装。啊，提早的人煞较食亏，啊，热心的人较煞食亏，安尼社会哪有甚物公平？对啦，以后若算讲有要改善啦，还是要维修啦、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因老提出这个需求的话啦，应该是电费的部分安怎来给因做分期的补偿啦。安、欸、尼 我是感觉较公平啦。嘿，我先过来检讨。啊，社会热心的人，咱嘛给伊一点啊回馈吧。嗯哼，是不是这样？好了，这方面我先过来检讨。是是，好、哦，请坐，好不好？谢谢。谢谢。另外我请咱这个农业处长，好不好？我们请农业处长。好，感谢主席哦。
好，处长，我甲你请教者，顶回有提起到咱这个雕塑哈，这个报告好像没看到，还是他比较难做。报告员，这个部分我们同仁有整理啊，他是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有，那个不是养猪专区，那个其实是有21户的农户，他们针对他们的污水处理的部分有共同的处理。那最近他们有在针对沼气的部分哦，他们有在沼气发电，有在共同也是在做那一块。哦，是是，啊，即马做了安尼，你也看成果安怎？成效不错。咱政府做袂到，人咧做吧，是不是安尼？是是是，民间他们共同有那个是有农会共同辅导的啦，但是它并不是养猪专区。哦，是是。不过已经有一个区域伫遐嘛，是，是不是？是。啊，所以若以咱农业处的眼光，甲未来的观点甲看，这有需要搁落去发展无？以现在的规模来讲，整个云林县的养猪头数啊是150万头，其实是规模应该是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认为说，目前大概以那个区域来讲是还不错的区域，但是扩大并不建议啦。我想因为进人的人对环境的要求吼。我想目前以那个区不是扩大了，当然不是扩大，是比照这样的模式是去做专区式的处理啦。是。哦，即马阿边啊，意思是麻烦恁爱做一件研究嘛。好。对不对？爱提供给咱管务做一个参考嘛，甚至予议会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伊即马即几户所设的经营、污水处理、沼气发电这些的功效。成本效益到底是偌济？恁私底下应该了解一下啊，是，对不对？啊，无嘛提醒咱未来要设的时阵，大家用做伙建起来，安尼咧饲嘛较方便，甚至对社区的污染嘛用较减轻嘛，甚至咱的循环经济用较大嘛，是，哦，所以这点是爱努力呢，咪咧甲你考试呢，是，这对森林馆界定啊，你甲想150万头呢，咱森林馆偌济人？68万哦，68万。那根据统计，一只头这个猪只，说三星的排废量是一个人的几倍？几倍？应该3到4倍以上。哦，3到4倍嘛，是不是？啊，咱若甲算4倍，你来看看安尼偌济？600万人口住在这里呢，加上我们自己68万，安尼是偌济啊？668万人呢？云林不是少人口的，不得了的。那你看，68万的人跟600万人，十倍呢？咱一倍人伫遮，十倍人咧制造污染的空气环境出来。你甲想，咱干边了做一下研究咧？啊，有实际有这种类似专区的所在，咱来无要紧去甲研究者。是。是不是安尼吼？甚至搁较热烈咧，甲辅导者。是不是安尼搁较好嘛？是。哦，这是一点啊，诶，这个报告才拜托者，好，好不好？哈、哦。另外，咱即马咧做勘查呢，对不对？对一区，这部分嘛还未提出来呢。咱即马勘查诶，这个灾损的地区啦，哈、哦，诶，乡镇，包括是对区乡镇，包括面积是偌济。这个部分嘛，阿袂迄个咧。我甲议员报告吼、哦，这部分从5月21号好以告进啦吼。目前其实我们有公告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管道第一时间，我们到玉米的部分到后尾玉米的部分有公告，就是食用玉米的部分。那大豆的部分目前有公告是土库跟口湖。那头道的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三6月13日，阮公司告农委会告进阿袂公。所以后尾已经确定嘛。后尾是玉米的20%的财损的申报嘛，哈。是是。啊，那就胡伟，那像园长呢？报议员哦，我们现在玉米的部分哈、哦，玉米的部分有补起的，是达到标准的包中啊，包中跟东市，那公司拢起的啊。哦。嘿，啊，头道的部分是庄官。啊，公司起的还未核准落来。对，6月13日。目前核准是干哪后尾啦？嘿，对。那土豆的部分呢？土豆的部分，6月13日应该是全关拢会当公告为天然灾害那个救助的，但无公告、啊。那我要请教一下处长，即马公告落了，民间、民众、农民啦、啊、吼，农民朋友，甲咱的公所爱去做什么工作？10天内向公所去申报。好，第一个要申报，好，过来。那政府，有关那个
公所会进行限勘哦，限勘如果达到灾损的话，他们就会通报为县府，这边县府会统一会诊。好，今嘛搁一项功课要拜托你一下，是，好无？甲咱这两年来就好啊啦，卖伤侪年，好不好哈？包括农民朋友申报出来的，以及事后我们勘灾核准的，这个比例的面积是偌济，按所的比例是偌济？做一个比较一下，好不好？好，哦，这个数据拜托再提供给本席的。是。我即马要讲这个意思是啥呢？因为咱嘛用做一个科学的研究呢。什么叫科学的研究呢？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讲，报归报，大家无用去查，啊，公所人员调动，吼，哦，啊，有很多东西你嘛爱去看，对不对？大家去踏旁去看，啊，无用去查，搁去看归报，结果回来报起来讲，哎，啊，都90%。98%拢过啦，安尼你甲想，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成本，去扣除农民朋友辛苦报上来的1%，你认为值得吗？哦，所以我是讲，这个数据啊，你先列出来，大家研究一下，对不对？吼，哦，啊，咱来慎重考虑嘛，应建议一下啊，对不对？建议中央这阿伯唔好安尼去勘查啦，这个花卉地区，若申报通过，拢总甲算落啦。对不对？还是报出来拢总甲算，甚至于用抽查就好，哦，不要劳民伤财啦。因为报归报，大家话要忝死啦，啊，不然就用抽查，较科学的方式，对不对？抽查100件内底，农民朋友咱大家照讲的照片的，对不对？抽2件，心查一下就好啊。哦，安尼是咪大家工课较好做，啊嘛较袂陷我们公务人员的不易哦。有无？有咱班报到掠去关的呢？对不对？报告议员哦，因为现在他们的申报是跟公所申报的，公所的部分应该要普查，因为他是最后被核定经费落去。那我管户这边是抽查啦，甲农委会这边拢是抽查。对了，我意思是讲，咱爱做这项工课来做整体的考量甲建议嘛。是。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咱就徛在这个部分来甲做一下研究嘞。哦，安尼你看啦。好。哦，这个部分再拜托一下，好不好？好。大家较免无用去查啦。啊，嘛免安尼，咱处理吼，吼，县长也好，中央的也好，若来吼，重塑、重简、重宽。我干那咧做定调，迄阵我心肝在咧想呢。这是要叫上重塑、重简、重宽啊？你是咧甲公务员增效的吗？对不对？我安尼了，讲出咱公务人员的心声吧。所以这点，咱能做一下特地研究一下，嘛来做一下建议。不过，进前咱爱加数据啊。哦，大数据咱来做一下了解，好不好？好，谢谢。拜托哈。好，谢谢。来啊，另外，咱今仔日做灾损勘灾，其实我感觉咧，吼，这是我来真积极啦，是真好。但是，搁较积极的动作是要哪共推销较对吧？比如说，我们云林农产的品牌，对不对？弯杖拖刀，讲到弯杖拖刀，你知影拖刀叫吗？一人。土豆鸟。土豆是？土豆鸟拖刀叫。一种候鸟来到咱家四月时阵，土豆拄啊烤煞，哦，迄田的内底拢有一挂鸟啊，因为伊拢去捉迄个土豆，吼，饮水过了，啊，才拄好这个时间，所以伊拢会来，所以咱甲称呼叫土豆鸟，安尼知唔知？是，安尼加一项，我可能去研究一下，好不好？咱干那咧报灾损啦。这是积极也好啦，对不对？但是若要讲起来是较消极的配合，应该是说我们怎么积极的从这个角度去发掘我们在地的品牌，对不对？历史的品牌、趣味性，对。我相信注定你还听到拖刀叫，哪有这种的？嘛真好奇，我来了解看卖嘞，对不对？我们就可以适时推出土豆节嘛，甲倒推销一下嘛，乌金光的，对不对？花莲也好。13号、17号也好，拢总倒推销一下，吼、哦，办这种的花生节啦。好，甚至土豆鸟花生节，对不对？都该注意啊，吼，安尼方式是应该会搁较积极啦，吼、哦，较积极。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咪研究一下，做一下计划咧，好不好？好。哦，大家来参考看卖。好。好不好？搁另外一项，像咱讲番麦啊，番麦啊倒长足济呢，其实蚊虫嘛严重呢。我刚才讲西瓜，我都看，哎呦，啊这蚊虫奈我那规片的安尼啦。颠倒，伊讲为何会过？哦，何会阁徛到在在？因为蚊虫风也大，对不对吼？所以这个部分呢，番麦啊，咱唔敢来讲救灾要紧啦，
平通是要那个建立云林的品牌，会方便啊，生好势是咱宜居的城市所在呢。伊若未倒长出来，表示咱遮风势介赞啊，对不对？气候介好啊，对不对？吼、哦，啊，咱徛起的所好所在啊。所以这唔是干那连带咧推动农产品呢，是连带咧推动咱这个地方好徛起的好所在啦。吼、哦，所以这一点呢，包括番麦也好啦，吼、哦，土豆也好。这拢会用做伙做一个促进活动的计划，好吧哈？啊，这个计划草案无，我那咱本席再来做。不过议员哦，我们这部分其实我们云林良品，只要符合三张一 Q 的农产品，拢会来申请我云林良品，我拢会统一帮我们做行销。是是是，非常感谢，这真好，但是你唔通袂记哩啦，农民朋友，迄是特定的小中小企业去负责啦，农民朋友一般得个，无法度去负责啦。咱是甲推动地方的品牌嘛，对不对？啊，比如讲原种土豆、北港土豆，还是讲咱这个虎尾番麦啊，对不对？啊，番麦啊，就得甲促进一下啊，对不对？哦，农民朋友无要卖计少，无九块嘛变十块一下，拜托一下，加一块啊，加两块啊，是安尼意思啦。闽的良品是另外一回事的中小企业促进嘛。哦，啊，这个工课农民朋友无法度去做迄啦，咱爱替农民朋友做这种工课啦。安尼才对啦，好不好哈？好。所以这几点才拜托处长，好不好哈？是。辛苦你哦哈，谢谢，请坐哈。好，谢谢议员。谢谢。好，另外哈，来我们请那个公务处处长。我们请处长。欸、麻烦哈。谢谢议员。好，处长是拜托你，你的原江轮啊，是不？前阵啊，捌去勘察过啊。是。哦，那个大桥要去新港。对，轮啊大桥。一件大桥的施工进度到底安怎？哇，这大家介关心啦。即马咱五月十五有报前瞻啦，吼，前瞻报吼，那个我们公路总局第五区工程处，他们依照程序吼，可能在我据了解，他们像八月会召开审查会的。是。是。哦，已经五月就要开始了啦，吼。阮五月已经报予伊，但他重整全省。哦、那设计的时候。很多民众也在关心因为新港一边做较好，一个妈祖呢，真水哈，因为大家妈祖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在设计当中有没有把它融合结合一下？咱即马是讲大家妈的意向，妈祖的意向。因为现在这座大桥，哦，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报生活圈哦，计划经费下来之后，还要再。设计，好，我们设计的时候再来考量。是是，所以这点是先提醒啦。好好好，哦，先做一个结合。是是是是。哦，嘛用做那咱一个甲嘉义交界的一个地标嘛，是是，好不好？啊，无妈祖嘛，去甲咱斗保庇，哈，感谢，谢谢，请坐哈。谢谢。好，那个请那个水利许处长哈。我们请处长。我们晓得，感谢主席哈。咱那个古河尾溪，咱起码拢有扛一算吊重的那个填土包嘛。做这个防水的整治嘛，哈，就是排水、易排水的整治吧。就换太空包做机要段的一个应急措施。哦，这个部分我看是保障遐个侪吧，哈，完整迄个交界迄带啊。那么这一个部分整治的进度，未来是得安尼坑咧吗？还是有新的做法？还是这是暂时的方式？即马咱古河尾溪治理端大概伫保中诶都市计划区遐吼，未来咱会继续来争取吼，为伊诶定有继续来征地。哦，好，无即个征地诶进度报告才互分析者好无？是是。包括就是原种土库、河尾，吼啊保中即阵，吼好感谢哈，感谢主长，请坐。我们请那个文化观光处处长，好不好哈？我们请处长。前一阵谢谢叶，谢谢哈。前一阵子那个日本呐、啊，有咧提起讲邓丽君，哇，他们办活动，结果很多朋友说，奇怪咧，人日本笑到啊，咱连笑着都无。至少结果咱去查了才发觉，哇，他原来的邯郸那个位置啊，有无？伊本来来自中国那边啊，对不对？竟然有一个邓丽君小镇，哇，不得了，连出生都没在那边过，连终了的时候也不是在那边，他们竟在这样设。那问题来了，我们到底除了年车，咱有甲办那个闽淡嘛，是不是哈？那他过世的25周年也好，明年就26周年的话，我们元月可以办他的闽淡，对不对？哦，大家观众什么拢去听，听个华语干嘛，对不对哈？
那除了这个之外，五月八号的五月，我们可以办，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把这个参与邓丽君的园区啊，哦，作为套规这个计划来个诶促进呢？谢谢议员。关于就是五月份的这个邓丽君的活动呢，我们会跟这个协会的部分，以及就是邓丽君基金会这边做一个协商，因为所有的邓丽君的活动，还是必须回到尊重邓丽君的这个基金会的部分。那我们会来尽快跟他们研议。是啊是啊，因为咱老一的议员当然因的配合的议员嘛会较悬嘛，对不对？啊，至少咱嘛爱主动吧，好不好？好。地方在咧欠文化景点啊，你嘛咧，好不好？好。谢谢议员。这点拜托。第二点。咱今麦看到台南的赤崁文化园区是不是发出了一个七角井的造型？没错，是不是哈？那这个造型非常类似追拿两座的七角井、红毛井，是不是呢？没错，咱有什么积极的做法不？报告议员，关于就是在台南发现的这个七角井，跟我们在水林这个岩石起的这个遗址的部分的七角井有类似，应该是很有一致性。那我们今年在差不多八月份已经确定要做这个岩石起的这个调研的论坛，那同时会针对这个七角井的古物来做一并做调研的一个讨论的内容。谢谢。在这个进程啊，咱即马已经都发觉了嘛，对不对哈？所以，这是没有法度近期就好紧做一个探查，做一个了解，对不对？吼，甚至提出一个报告，安尼啦。好，报告议员，因为这个七角井，跟岩石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墓碑铭，都是在私人的这个就是住家跟土地里面。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快跟公所这边还有地方这边做一个协议。谢谢。对了，我嘛表示讲管路的注重，好。了解。好，感谢，谢谢哈。好，感谢主席。谢谢主席。好，请坐。谢谢。谢谢议员。咱感谢林文斌议员吼，已经对着咱县政府教育、农业、水利、干务、甲文管处吼，这个局处的这个质询。啊，刷来我们请廖玉贤议员。小夏副议长，台那个麻烦张县长。我们请张县长。县长，我今日问的问题吼，就是你一直吼拢做注重的问题。你就一上任，互我印象深刻，就是你甲文化处改做文化观光处嘛。所以伫遮，我就恁知影，县长你对文化吼观光的注重。所以伫遮，我正甲你讲，我今日问的问题就是这吼。第一点，请给你二十秒的时间，你甲我回答。县长，你遮尼要紧，想要发展云林的观光吼，请问你有啥物款的目标？第一项，第二项。请问你以希望为云林带来什么款的改变？来，馆长，二十秒的时间，多谢。好，谢谢廖玉贤议员，感谢廖玉贤议员对我们文化观光处的一个支持啊。最重要是因为云林县长期以来被漠视，而且也在网络上面说云林是最不好玩的一个城市的哈，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迷思打破，所以我们积极啊，把云林县现有的一些天然景观能够极度的加上我们县政府团队的一个努力啊，让它能够展现它的风华哈。所以我想你看到我们在古坑啊，在山区的这个努力，然后最重要是能够提高这个亮点，让云林真正能够上场，让全台湾的人注意云林县。我想观光是一个非常直接而且非常快速能够带动人潮的一个政策，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非常支持，我们也会大力的继续的往前迈进，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多谢馆长。谢谢。既然你安尼讲，我嘛感觉非常的有意义啊，嘛是真对啊。不过馆长，观光有什么叫观光？观国之光。什么叫观国之光？我们是县呐，观县之光。你要你地方的特色，你要永续发展，要那个概念，云林才真的可以带进人潮。无人会想要来云林要看商业大楼啦，好，馆长。所以我咧问的就是讲，你头先观光的问题啊，我有听懂，我也理解。不过咱思考的是，真正解决问题吗？还是恶化问题？哎，这就更加多问题。观光势必带来人潮，但人潮势必带来垃圾。所以县长，我比较疑惑的是这点。吼，那再来我就要跟县长说啦，县长你的吼处事真的很认真。文化处变成文化观光处之后，他甚至有在一个月之内写出了观光政策白皮书。馆长，我唔知你有看过无？唔知你看过了后感觉安怎？他不只是写观光发展政策白皮书，他后来还写了云溪研究发展观光规划案。吼。我要讲的是，你的处长、你的科员拢真认真，不过少了一样东西，就是永续发展的概念。我唔知你看了，你感觉 O 不 OK 啦？我是觉得不及格。好，认真努力没有问题，但是真的不及格。
短期操作真的很有用，会势必带来人潮跟发展。可是垃圾问题呢，跟在地方的连结呢，都没有连结到啊。管定，我们要思考的是环境的负载力啊，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所以在这里，我要深刻建议我们的县长，管管不走今后，可是不要只有短期操作。我们有发展那个三条轮嘛，好、哦，那个海洋音乐剧在云林海洋音乐就做一个，然后四湖三条轮风筝冲浪学校，台西之后要争取风筝冲浪基地。啊，产业呢？生态呢？所以县长，我觉得我们本来就垃圾问题没有被解决，垃圾问题呢，我们闹一个绿青啊，空气已经真歹啊，所以头头你有讲嘛，有真侪人讲云林上歹耍的所在，可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深刻去体验啊。我们想要办这些东西很好，不过良心蒙蒙嘞，那个海洋音乐季真的有带来人潮吗？真的没有带来垃圾吗？真的带动云林的观光产业吗？县长，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注意。我在咱海线以外吼，马龙景景今天景处，景处景好啦。可是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永续被发展？好，我感觉这管定爱熟客哎，针对地方的问题，好解决观光的问题。好，管定十秒的时间，请你告诉我，你敢怎样云林农业好跟农业所有关系征讨，好农林渔牧啊。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来，二十秒，县长，请告诉我这几个答案，你认为？嗯，谢谢廖宜贤议员哈。我想我们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机，然后所以无论是留住针对问题回答，谢谢。好，你现在要我农，我刚告诉你了，与你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所有跟农业有关的，我们希望跟哈。啊，农业、渔业、农林、渔牧，然后我们都希望哈能够哈啊创造它的价值，然后所以不只是我们农业要永续经营，我们要留住农业人才，包括我们如何哈让我们的这些啊农地啊能够创造它农作物的价值啊，所以我们朝向一个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目标。好，停止，谢谢县长。好，谢谢。你拢听我讲，我每天顶管开记者会讲，云林是农业大县，是台湾农村，不过云林跟农业有关系，征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人口老化、年轻外语、交通不便、环境物体、垃圾、空污、严重地层下陷，全部拢是管制头头无回答的外问题。所以李家，我想问县长，听过李三倡议吗？听过嘛？吼，这张图看来可能很复杂。不过你讲日本，赶快是人口老化的一个农村社会，他如何跟大自然共处？如何发展出人跟自然产生了一套好好的生活模式？不要讲李三，我们。台湾有的关树基金会，好在苗栗也做了这个李三署，好县长，这都是你可以参考的。李三倡议是在做什么？就是我们云林一直没有做到的问题，如何跟大自然共处、共存、共荣？县长，咱云林的海线的居民啊，你很幸运，他们都没有放弃我们的土地。过去成龙湿地艺术节为什么会有？因为他们抽地下水。要发展他们的渔业嘛，所以韦恩台风来的时候变成湿地，那是海线的住民的辛苦跟痛苦，可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努力的发展，甚至最后还成立了成龙湿地教育生产班，饲啊真好的虾啊，吼，甲蛤蟆之类的物件，而且卖了真好，这就是我们很好的例子。再来国外的经验，我去年为了你们，我还去了濑户内海，我去了十天，我一个人去。我发现我们的地方，我们每次讲地方创生，可是真的为地方带来创生吗？我去濑户内海的时候，每个离岛、每个地方的作品都在不同的岛屿上面展出哦，还全部拢融合在环境里面。所以遐有这个外国人想要住咧日本遐所在，为着啥物？为着这个所在真正是因介意的。所以县长，关县之关，关国之关，人爱喊人安呢，这叫做真正的地方创生，吼、哦。县长，我们应该运用现有的潜力去创造可能未来的愿景。大自然是人类的导师，而经济是文化的仆人。这句话，县长对于未来我们的文化政策、观光政策非常的重要。我知道你去三条轮那边哈，你嘛有在关心海洋生态的部分的问题啊。你也签了一个爱海誓言，肯定有你跟我讲的嘛。你拢在做，其实免签，不过你签吗？所以我到尾还一个承诺书。云林的观光啊，还需要再注重的是云林的农村的问题，海线三线都一样，所以我希望您以李三倡议为愿景，持续深化云林的观光，这是很重要的。第二，透过国内外的案例，思考农村如何跟我们共存，还有再生的可能。
县长我们都还没有做到哦。好，第三，完善云林的观光政策白皮书，思考永续发展的可能。管定这一张作为稿，你爱海宣言都签了，焚化炉都签了，那没有理由我的承诺书你不签，这些都是你做得到，我相信你。谢谢县长，多谢。县长请坐哈。各位员同事，咱张县长甲所有公务团队吼，以及主管、甲媒体记者朋友吼，大家辛苦。咱今日会议到这结束，谢谢。